来，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请陈英委员发言。那个刘家军刘所长，你可能以为你今天都不会被叫到哈。哎，武安，我今天请你上来，我是要谢谢你。嘿，那谢谢，特别谢谢这个我们研究所哈，在这一次的这个原住民部落职业安全卫生教育巡回展的这个部分，哦，你们所里的出席率特别好。100%，好，而且，对，没关系，我还没有请你讲话，你就接受我的感谢就好了，好不好？那因为其实在这一次发展署哦，要一起入境哈，也可以哈，我们表扬一下发展署也还有这个劳保局哦。对于这一次，因为我已经再三强调，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要加强我们原住民劳工的这个职业安全卫生的一个好，我们往这个方向好好努力。所以呢，这一次我感谢你们三位哈，那三个部会你们带领所有的同仁都非常认真哈。那特别就是安研所你们有位替代役有杨宗宪，好，出席率100%，好，那另外的两位替代役。另外替代役叫陈俊元，好，也不错。那还有你们的主秘何俊杰也很辛苦，好，那你因为所长督导的不错嘛，所以你们整个这个安研所把这个活动大家好都集合起来。那这个特别就是劳保局哦，有一位莫素琴，这个应该是你们桃园办事处的，好，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他行动有点不方便，但是那刚好他出席的那几天天气又非常不好，但是我看他态度是非常的和善，非常的热情哈。那另外发展署，我要特别讲一下，原来你们署里面有那么多优秀的原住民的员工，我都不知道。那他们也非常活泼。那这些我们原住民的这些子弟们哈，其实应该好好。来规划在这样的这个宣导里面，他们可以扮演很好的桥梁，因为族语也会通嘛，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是你们可以好好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我在这边再次谢谢你们，请回座。好，那至于这个治安署的部分哈，这次好像角色上比较不明显。那因为我有跟这个署长谈过，他之前你有告诉我你们洪根强洪主秘。就是说认为说这个展示是不重要的，那但是我想经过这几次，这是你亲口跟我讲的啦，你忘记了没关系，我也习惯你常常讲话变来变去，我都习惯了哈。那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不过也没关系，我想主秘应该给署长提供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就像我们的这个我们这次研究所哈就是这样子搭配。好，大家方向正确。那我想这个部分已经有前面同仁给你们做很好的例子了。好的，后续我们如果你们还想参与的话，哈，我也愿意跟你们讨论啦。但是，我希望就是说不要坐在办公室里，哈，去提供那样意见，你们一定要实际上去走。好，谢谢，请回座。另外部长麻烦你一下，对，这个好像职安署也有关系哈。来，我们这个上次在原住民的这个岁时记忆里面哦，我谢谢劳动部有特别发公文来通知大家，通知各个这个我们的公司的老板哈，原住民的岁时记忆我们可以放假一天，那一天也记得要发薪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岁时记忆哦，是这个民俗节日，它属于这个国定假日，要休假一日哈。那劳工依据这个劳动基准法第37条的规定，休假一日，那并依同这个同法第39条规定哦，工资应由雇主照给。那雇主如果有违反劳基法的规定，劳工得向劳动部检举，其经查证属实，那雇主将依这个劳动基准法呢规定受罚。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今年哈，我这样子访这个
询问了一下啦，很多人很高兴你们发文了，但是执行面还是不彰，因为很多单位哦，他还是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甚至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哦，所以害得我们原住民劳工没有办法在休假的时候返乡参加这个祭，这是非常伤心的事情。所以呢，本席在这边要求哦，你们可不可以就是对于这个劳动检查方针哦，用把它补增列为这个原住民族岁时记忆休假监督检查的这个重点项目。包委可以，我们今年明年呢，明年的施政方针已经公布，但是我想我们再把它补进去哈，在明年在实施检查的时候，把它列为我们的这个重要的方针。好，谢谢。那署长你也没问题吧？部长都说 OK 了。好，没有问题。好，这个我们提供，因为请部长先答应，这样署长可能就不会再变了啦。哈，好，谢谢。我没有变啊。好，谢谢。那个来，这个部长是署长，可以请回座。大家为了这个周休二日哦，到底要一例还是两例哦，争论不休，那也引起国内非常大的动荡哦。那到其实这个所有的问题，我想回归到一个最基础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整个台湾就是一个低薪的问题，但是低薪的问题，请问你劳动部，你现阶段你有能力解决吗？这是一个跨部会或甚至是一个真的是比较多元的问题啊，所以单一部会大概处理这个问题会比较困难一点呐、啊。不过劳动部的部分，我们倒是可以就我们自己执掌的部分，包括像边际劳工的保障，像基本工资怎么样提升，然后加强职训，给他们有更好的竞争力，所以去得到高薪。对，其实低薪它可能不单一个劳动部就可以，是好几个，应该是跨部会的事情，而且应该也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是，那如果真的要解决，第一步一定应该是。这个做老板的开公司的人要有赚钱，他才有能力加薪嘛，对不对？才能提高薪水，这是原因之一，基本逻辑是这样吧？原因之一，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了哈。那再请教部长哦，劳基法有没有规定这个劳工不能兼职？可以兼职啊。劳工规定不能兼职，对，可以兼职啊？有没有规定不能兼职？没有规定，好，没有规定哈。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的实质薪资所得已经倒退到现在，就是倒退到这个西元2000年左右的这个水平哦。那我之前我也在这个电视上有看到这个新闻，在访问这些年轻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啊，都还去兼差去做直销，好，或者去做另外一份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在劳工薪水不够的情况下。哦，我们去大家去找了这个第二份的工作嘛。那二例的原则呢，它就是一周内有两天绝对不能去上班。那刚才呢，陈一鸣委员也非常关心，他主张二例，但是他刚刚我回头去看他质询哦，就是说他又特别提到说，那二例的实施之外，实施以后，那这些想加班，想多赚一点加班费的劳工应该要怎么办？好。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也就二例，我们来讨论一下实施之后，哎，到底它的优劣在哪里吗？那我们法律呢，只能限制一个雇主哦，所以劳工去找第二份工作，那根据新修正的这个劳基法24条哦，加权之后呢，有1.33跟1.66倍的这个加班好加班费，那劳工在休息日加班。8个小时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算法是2.583倍啊。那如果两例呢，就只能拿到本薪的一而已哈。那所以对于这个低薪需要加班赚钱的劳工哈，这样是劳工所要的吗？对啊，这样就很清楚了。就是如果你另外再找一份工作，结果你只拿到一，不同的老板更累哈，更累。所以对啊，所以二例。它到底真的能够减少劳工的工作工时，还是它可以防止过劳，还是二例它是让劳工就是必须要另外再去找时间再去做第二份工作，而且他也没办法留在同一份工作里面去赚取那个加班费嘛，对不对？包委员，他这个说法其实逻辑上是矛盾的。如果周休二例，我们追求的是让劳工有更多的休息的时间，那就不应该让他必须还要去找第二份工作，就更累，那你就没有办法达成让劳工更加休息的这个目的啊。
所以我们如果说最后在未来哈，在未来条件成熟以后，我们可以达到周休二日，那就是让劳工好好休息的，不是说让他回去找第二份工作不可。那再请教部长哈，就是假如我们现在是实施二例，那假如这个 A 公司星期六日仍需要劳工上班，那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劳工上班嘛，所以他必须要去找其他公司的劳工，好，或者部分工时的劳工来打工。那对雇主而言呢，二例是相较于这个新修正的这个劳基法修，就是来比较的话，它是比较省吗？还是二例是对劳工比较有利吗？对劳工来讲，我们刚才分析起来是不利嘛。对雇主来讲，他大概只能在你比如说休息日或是例日那天去找另外一个工人进来的话，其实对他用人的成本来讲，其实反而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呐。刚才还有委员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有了加班费也领不到。我想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回归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些老板他是不守法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在这里一竿子打翻所有的人。有些老板他还是守法的，而且他给员工的更优于劳基法，他不但就是可能休假日他的加班费，他不是，他还给了整整的一天的加班费。那甚至已经很多人没有再放的七天假，他也放了嘛。好，所以这是优于劳基法的一个处理哦。那我这边我还另外我要请部长用一点点时间，你再把那个七天假到底大家一直在讲说被砍。好，然后刚才到底你把还原一下这个公务人员跟公务人员比较，大家说要跟公务人员一样嘛，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再还原一下那个脉络。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经历过民国九十年那一次公务人员实施周休二日那样的一个过程啊。我想我来现身说法是最适当的，因为我曾经在那个过程亲身参与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知道很清楚。九十年的时候在立法院公务人员实施周休二日，所以连带配套就是把国定假日十九天变成十二天，七天，那七天减少了七天，只有只纪念不放假。那个时候曾经有共识是说，未来劳工如果也实施周休二日，那国定假日也比照办理，也就是减少七天。但是还没有实施落实到周休二日之前，暂时先留住这七天。所以我们等了十五年，那现在已经完成这个当初的目标了。我们劳工也是实施周休二日，所以自然就回到当初的那个共识啊，就是减少了七天。所以也就是在105年的时候，你们要修法，再把这个工时改成新制单周40小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同步处理嘛。好，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来补正。好，大概这个历史脉络是这样子啊。好，那我最后请教一个问题，也是提醒你们啦。我个人没有一个特定的答案，但是你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哦。就是说新修正的这个版本哦，休息日加班4小时以内者，以4小时计。那超过4小时呢，到8小时呢，是以这个8小时计。那超过8小时到12小时呢，是以12小时来计算。我是非常认同，就是说，了解你们是希望能够以价质量，那这个是利益良善了。那为我们这个台湾低薪的现象来努力。可是呢，这个低薪的问题哦，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修正的这个算法会不会造成这个劳资紧张？会不会引发更多的劳资争议？你们有没有模拟过说这样的算法会造成什么样的纠纷没有？不，如果法定的很清楚哈，那双方面都有这样一个认知，说应该要怎么样的标准去付这个加班费，双方面都很清楚的话，就不会有争议了。除非是真的是定的不清楚，才会说你的认知跟我认知不一样哈，才会发生争议。要不然应该是不至于。所以你们认为这个只要清楚就 OK，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清不楚的。所以本席在检视这个新修正的条文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点会造成纠纷了。是，包员，这个通过之后啊，我们一定会有一套很缜密的宣导的这样一个计划哈，那么去好好把这个事情让劳资双方都了解，我们新法修正之后，它到底有多少的加班费，要怎么样去付。所以这方面如果加强宣导的话，我相信这方面的争议会减少很多。好，我想本席赞同这一次你们的这个
修法哈，那未来呢，这个劳动检查好，让这个修法后，大家是不是可以落实，真的休到有一个例假日可以休息？那在休假日也假如有人加班的话，也可以确实领到 double 以上的加班费。这个劳动检查的工作就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请你们做好准备，检查该检查的。好，谢谢。好，谢谢，一定会这样。好，我们接下来请杨耀委员质询。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部长。请部长。杨委员好，部长好，部长因应一例一休哈，所以我就含特休假和以后休息日的补假是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哈，先跟部长做个探讨啊。就是说，我们目前大概立法委员的想法、修法的方向，大概很希望让劳工都可以享受特休，好，包括新进职场的人员，所以我们特休假可能的立法方向可能要朝越来越短，哈，就开始可以享受。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特休假没有使用完毕，那我看劳动部有一个函释，是说他的，就比如说特休假有一天没有休完，嗯，那他是用工，他的工资应该要按平日工资折算，与平均工资无涉。什么是平日工资？什么是平均工资？就是他到底怎么算？我请司长来说明一下定义，好，定义的。是用底薪算吗？跟委员报告，他如果特休，他有一天没有休完，好，假设他的薪水是3万块，对，他除以30天，那他就是一天1000块。哦，就是一天1000。对，是他特休没有休完，有一天没休完，雇主就要给付1000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特休假假如没有休完，是因为劳工的原因造成的，就不可以。我们目前的函释是这样的，譬如说，老板请他休，那他说，我这个会影响到我的绩效，或者我加奖金，我放弃，我不休，类似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认为说是他个人的原因了。那我们怎么去确保没有工会的劳工可以有能力跟雇主来？协商安排他特休假的时间，所以这个技术上哈，我们在未来我们会检讨我们目前的解释令哈，怎么样让劳工有很具体的，譬如说他如果提出来跟雇主提出来说我要特休，那他有一个依据，那这个如果雇主说啊对不起，现在有急单，所以我不给你休，这个就是可归责于雇主。但是我们要看看他提出来说，譬如说他有一张申请单。所以就是只要劳工他有提出来，雇主不同意，那就是可归责于雇主。这个所以这有两个动作，一个就是事先要先排好。当然我事先先提出嘛，对，提出要求嘛。那雇主不管用什么理由来拒绝，是都是可归责于雇主了。哦，是这样子啊。嗯，好，那这样子的原则，事实上是算是纯然站在劳工的立场来处理的哈。我们1995有没有统计过有多少？1955是不是我们那个电话？对，是1955的检举有多少量是来自特殊？我请署长来说明一下，因为最近大概都有一些统计。很多吗？哎，委员好，好。那个，我们1955从6月30号到现在了哈，因为现在新法还没通过。不过目前来讲，我们大概受理的件数有785件了哈，785件，主要大概都是延长工资或者假日没有给予休假的比较多了哈。那我们都交给地方政府去做妥善的处理，因为这是申诉案件，就一定要做
这个申诉检查。那地方政府有做妥善处理吗？有，你们交都要他们回，不要他回报，因为这是申诉检查，一定要做处理的。哦、是他们回报的，他们处理的速度快吗？我们原则上是希望说他三天之内一定要做处理啦，但是有一些个案因为他要查证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会有一些比较特殊性的。除了迅速以外，更重要的就是确实啦，确实，对，还是要把案件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是检举啊，申诉检查，他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来的。好，一样是休息日，就是以后我们一例一休以后，是部长，可不可以要求员工以换假的方式不给付加班费？这个法律没有规定哦。是，但现在实务上，我们是如果先发生了他加班的事实，那他如果要求又自己哦，要雇劳工提出说，我这个我要换到未来的一个工作日的话，他可以是目前实务上是可以补休的。劳工可以要求，对，雇主可以不可以要求？雇主就是依法要给付加班。雇主如果你不就本来雇主是应该依法就是要给他加班费嘛，但是如果劳工有这个要求的话，他可以被动的同意。劳工要求的时候，他的休息日一样是一天换一天。报员早上有委员有提到这样子的问题的，对，有提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我们想了一下，觉得这个是可以再研究的一个题目哈，在未来在修法上面，因为现在法没有明定哈，可能会着眼于他这个礼拜就是休息日的他那个加班的价值。我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定的想法哈，好，因为我们再找专家学者大家来研究一下。要求换假的主动权是在劳工，劳工是，所以你们研究看看，假如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因为对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都请教一些专家学者意见看看。这个最主要的概念就是主动权是在劳工，好，劳工就是自己去做价值的判断嘛，我要领加班费，或者是我加班费放弃不补休哈，不过我个人的观察哈，以台湾目前这么低薪哈，好，一天换一天，多数的劳工可能还是会要领加班费比较多，对，除非他有一些自己家里面需要假，对，比如带小朋友去打预防针啊等等这些，所以他就有需要。部分就是要落实特休假，就显现出特休假的重要性，对不对？是。我们假如说特休假可以做到很落实，然后该给的假都给，那劳工就不用用这加成以后，可能就是加了1.6左右的加班费来换一天的假，好不好？是。以后修正以后，因为刚刚讲过哈，可能1955投诉的案件里面，延长工时，然后没有依照规定给加班工资等等的投诉案件最多。那投诉案件多，你们到底劳检的人力够不够？目前有700多哈，部长有说过要新法通过以后要增加到1000，是希望，因为现在是有分了哈，现在700多里面，在检查劳动条件的是325，那未来希望增加的人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有点弹性的运用，譬如说他也可以来检查安全卫生，他也可以检查劳动条件，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希望总人数可以到1000个左右，1000个人是。这个需不需要人事总处同意？要，我们已经贴了一个计划到总处去再审核了。好，要审核，要去沟通哈。是，有去沟通。1000个以后就可以负责1000个，1000个，我们是第一阶段这样。我们希望当然多一点的话会更能够增进检查的品质啊，但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了。我觉得说，我们现在目前先以开发中国家的标准，就是一个检察员可以服务10000个劳工这样子的标准来争取。部长，其实哈，土法不足以自行了哈，所以违规，我相信新法通过以后，违规的雇主还是会很多。好，我们除了从立法面保障劳工的权益以外，执法面的部分就必须要靠行政部门好。发挥你们的精神态度，好，把人力发挥到极致，才能够真正的落实劳工。
哦、我之所以点出来说劳检的人力的用意是在这里。对，因为这次以立修这件案子之后，我看各界对我们的劳动检查寄望很高，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加强。对对，好，因为台湾可能很多焦点都聚集在立法面，啊，事实上我们希望不管什么法，就是通过以后执行的部分，你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落实法律的规定。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在保障劳工。是，你把条件定到多高都没有意义。你假如说执法面不做确实的落实，还有违规，你们就去检查，因为你们检查的效率越好，违规的现象就会越少，是对不对？对，哦，所以应该要加的人力就要赶快加。那加到1000个人以后可以多久里面就进行劳检？时间会缩短吗？检查的不，你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检举之后，对对，检举之后，我们目前是3天，原则上3天呐、啊。但是未来我们看看情况怎么样，我们慢慢的来。我想，如果太急就章的这样子，说不定反而是一种应付式的。我们到底这样也不一定很好。我还是希望检查能够很务实的去做。对，我讲的不是说完成，我讲的是说启动劳动检查是好。启动劳动检查的时间还是要很迅速的反应啦，好不好 ？OK， 好，谢谢，一定会。部长，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哦，我们砍了7天假，会不会削减到打工族原有的收入？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哈、哦，因为家长的负担大，那台湾普遍低薪哈、哦，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所以有一些年轻人他必须要打工。那我们砍了7天假以后，会影响到他们的某一些权益，会吗？是，包括打工族，我们大概国内的打工族大概分2部分，一个是固定时间的，譬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只有上午打工，礼拜六、礼拜天他就有休息日，就有例假日，像这样子的就不会影响。为什么？因为他有休息日、加班费加成的这样子一个权益保障，好，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的。第二，他有未来如果特休调整的话，他也享有特休的权益啊，也没有问题。现在比较可能稍微会有一点影响的，就是那种不规则性的，譬如说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一个礼拜五中间有空的。那个大概就不会有约定一个，就没有休息日的好处。对，但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哈，我们的构想是在未来，因为我们现在劳基法有在进行部分工时的法制化的这种研究，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给他们多点保障。像目前像基本工资的调整，像部分工时我们就乘以1.1倍嘛，因为它的强度比较强。未来像这样子，要不要再给他多一点的保障哈？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在列为我们研究的范围之一。好，部长，我们在各项的事实的权衡之下，好推出了一例一修，那我们也希望在一例一修的立法之下，能够做到很确实的保护劳工应有的权益，好不好？是，一定会，谢谢。好，谢谢主席，谢谢部长。我们接下来请吴秉睿委员，吴委员不在，请林立禅委员。主席，有请郭部长。来，请郭部长。林委员好。嘿，郭部长好。我们这次的劳基法的修正一例一修的法案退回委员会重审，那我们还是很希望可以理性的态度来面对，是还没有共识的法案。那现在外面的劳团也集结在一起做结识，不晓得部长您最近有接触过外面结识的劳团吗？一直都很关注哈，您 有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吗？我就是有过去关心他们的吗？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样做才是？所以您还在考虑？没有，我就在第三天的时候就请我们的司长先去表达我们的关心了哈、嗯。但是就是怕去那里如果会反而造成他们的困扰，我也不太愿意就因为这样子造成他们的困扰。您身为劳动部长了哈，我们的劳工、我们的劳团在结识，我个人我本席建议您还是要亲自关心，万一出人命的话，您真的担不起。那部长，
我身为一个新住民的 立法委员，其实台湾是在新住民这一块算是少数族群，那台湾的新住民的确需要友善的工作环境，还有二代的教育环境，也需要更多的资源。所以新住民很多姐妹都是，所谓一直在争取所谓的工作条件跟资源。您是负责这一部分的决策的人了哈，本席希望说您也可以负责当中间的一个润滑剂，那尽快用大量的整合社会共识的概念，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劳工条件会更好，我们的劳团不会在外面结识了哈。那这个部分其实应该也是您的期待吧？是。您会期待劳团在结识吗？当然不会。对，那在实际上，其实立产本身要跟您分享一个经验，在实际上我们在生活的体验里面，在用理性的态度来检讨、来看待我们台湾的劳工的时数还是劳工的薪资的部分，其实立产是从柬埔寨来接触很多的志愿服务，那其实志愿服务也改变了我一生。讲白一点，没有志愿服务就没有现在的我。那我们投入的社区服务也好，还是社区发展也好，还是新住民的培育也好，那也希望很多新住民投入志愿服务。可是我觉得说新住民投入志愿服务在台湾变成一个新力量，可是部长您知道吗？我长期邀请新住民姐妹参与我们的各项的志愿服务，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新住民姐妹除了就常常被拒绝了，除了家庭的因故以外，您觉得还有哪些问题，哪些因故是让新住民拒绝不要出来做志愿服务，参与社会公就是社会公共议题的，哪些问题？会不会就业的环境不友善？讲白一点，就是他需要工作，他工作的时间非常长，他礼拜六还是要工作，而且还要加班。所以呢，在工作这方面，我们发现姐妹用在工作方面，台湾不只是台湾一般的民众，年轻人的工时长，其实新住民的工时也非常非常长，尤其是投入在餐饮啦、服务业啦，还有制造业的新住民是非常非常的多，工时非常的长。我们在播第五章。掌握到这部分的资讯吗？我可以想象得到。您可以想象得到，那如何解决这部分？其实，不管是国人或是新住民，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其实除了我们的人生，除了工作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人生，包括说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做志工。其实我们台湾，不管是各行各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志工，但目前我们看到年轻人投入志工其实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觉得说，如果继续朝向长时间的工时的话，其实我们台湾会损失很多很棒的公益人才，还有优秀的志工，其实我觉得非常可惜啦齁。那我们也一直重视孩子的教育，可是呢，很多家长还是很多新住民妈妈，因为工作的忙碌，也缺乏很多时间陪孩子。您觉得说这样子的工时是，继续这样子用长的工时来牺牲掉我们台湾的我们看不到的这种影响力吗？您觉得如何解决？所以工时跟工资的问题一直是我们这个劳动市场最大的两个问题哈。对，这方面大概我看不是单一部会可以处理的啦。我们台湾其实从小时候国小或国中多多少少，其实大家对志愿服务都有学习。那我们一直鼓励孩子去从事，还是办营区，包括进到偏乡去带一些资源比较少的一些学校的孩子做志工，可是呢，毕业以后，他们投入劳工的，就是当成劳工做工作的时候呢，就开始很忙碌，每天每夜、日日夜夜、每年都很忙碌，很少时间投入这样子的志愿服务。尤其是有些是名校的，在台湾是名校的，毕业之后就投入高科技的产业，他也很少有时间投入志愿服务这个行业。您不觉得是台湾的损失吗？是，所以说怎么样去解决高工时跟低工资的问题？我从公
民社会的发展来看，其实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包括退休之后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在工作，其实他对志愿服务参与志愿性的工作其实是非常不熟悉的，是没有经验的。到退休之后呢，他如何在投入这一块？部长您也是公务人员，您应该有想过您的退休生活吧？有想过您要当志工吗？我现在大概先想好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做好。好，那您不只是把目前的工作做好，您应该要想一下，其实刚刚问您的就跟您目前的工作是积极连在一起的，您不能只是想把现在的问题解决而没有想到长远的台湾的问题。其实我们必须要从台湾的需要的面向跳脱另外一种，我觉得说常常是一种迷失吧，就觉得说台湾的就是我们的劳工想赚多一点钱，所以呢就是加班。那您不会跳脱另外一个考量，就是如何提升我们的薪资而不是加班，如何让劳工足够的休息而不是加班。那劳工足够的休息您知道有哪些好处吗？其实老板对资方是有好处的，因为劳工有足够的休息，他投入他的工作的岗位里面的效率就非常的好。您会认同这个概念吗？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刚才讲的，我们怎么解决高工时低工资的问题啊？对。那么这有一天，可是目前最急迫的是如何让我们的薪资提高嘛？您有哪些方法在目前急迫的时候？是我刚才已经跟委员报告过了这个问题哈，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要解决的话，不是单一部会，不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处理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推周休二日？我们先用一例休，我们说的这个为什么要提升基本工资？部长，所有的措施都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啊。我觉得说哈，要落实周休二日，让劳工有足够的休息。其实劳工有足够的休息，他休息时间，我们不是叫他们在当宅男宅。他可以投入社会服务，他可以充电陪家人，那多做一些户外 的活动，其实充实自己的生命之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他会有新的视野跟新的力量，对老板来讲是一个好处，因为他对工作的效益好。那对未来他退休之后呢，对国家还是对他的人生是更有价值的。所以一份工作不是埋头苦干啊，那个不丢。然后我也知道您说这份 的任务提升那个劳工的薪资的任务是各部会，但部长您的职位叫做劳动部长而不是经济部长。劳动部长，您就要如何站在劳工的立场，为劳工的各种面向去思考。就算我现在在这边执行您，我不会用各种面向跟您讨论，我是告诉您，劳工需要什么。包委员，我在这里跟你回答的也是劳动部能做到的。不过刚才我讲一半，委员把我打断了。我们说对边际劳工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考虑基本工资。我们对于技能不足的劳工，我们要给他职业训练，让他可以有比较好的竞争力。基本薪资什么要提？什么时候要提升？要提升到多少才是足够的？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定就是最低工资法，希望这个法拿出来以后大家会有共识。然后那这个最低薪资法是多少？然后这个对最低薪资法是谁来一起定的？对，这个条文弄出来以后，大概都会一定送到立法院这里来审议嘛。那为什么这个不赶快先做呢？为什么已经在进行了？包委员，我在委员会报告过好几次了。我们现在已经在今年年底前。可是最近我看到您忙碌的不是要提升我们劳工的薪资呢，我看到您忙碌的根本是要提升我们劳工的工时呢。包委员，劳动部不会只有一个基本工资的业务啦，我们的业务是很多的。这个对劳工是最必要的。我们同时在进行的业务是很多种的，刚刚讲的不管工资也好，工时也好，工资也好，这个都是我们主要业务啊。好，其实我觉得说哈，我还是认为说，在这一次的一休一例的审查法案里面，我还是坚持落实的周休二例，那让我们的劳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休息。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劳工最需要的是
多赚一点钱，所以呢，多赚一点钱不是再多给他工作，而是提高他的薪水，这才是符合我们的台湾的劳工的所谓的需求。那我也不希望说，但是喂，你刚才不是讲说他们收入太低吗？按照收入再低，不是收入更少吗？不对，收入再低要提高薪资，而不 是还没有提高以前，我们是不是要先过渡一个就是一例一休？所以这个叫过渡的吗？我当然是我们目前现阶段是这样子、啊，现阶段是这样、啊。那我建议你去做经济部长，不是劳动部长。谢谢。我比较内行还是劳动部了。好，谢谢。我想在这边我们要澄清一下哈，我们今天议程是继续审查，而不是退回哈。现在在这边澄清一下，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世芳、刘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有请部长。请部长。郑委员好。部长辛苦了。谢谢，我也辛苦。好，这个上一次啊，你去这个桃园那个嘉年华、不是那个联合丰年祭。好，对，印象很深刻。好，我们看这个，这是这几天呢正在进行的，塞夏族的矮灵祭巴斯达爱。塞夏族矮灵祭巴斯达爱，它是两年呢一小祭，十年一大祭。今年呢适逢十年的一大祭，塞夏族啊，在南庄，还有在五峰乡，两个地区，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祭典。这个上次在这个卫环委员会啊，是，我也让你看了这个阿美族的啊，不管是马太安的，或者是泰巴朗的，或者是其他的族群，这个卑南族啊，或者是这个排湾族啊，周族，都有每一个族群都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的记忆，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记忆啊。现在都只有放假一天，放假一天是根据什么？劳工啊，我们现在谈劳工，就是那个碎石记那个规定嘛。原住民的劳工，对，原民会公告的。我说一天这个是根据什么？原民会公。好，部长，我告诉你，是原住民的劳工碎石记放假一天，是根据之前劳委会的喊呢、因为劳动基准法37条，没有规定，你的劳动基准法37条所授权的施行细则23条，也没有规定，你们是把它列在那个第9款，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者，是谁呢？就是劳动部以前的劳委会指定，所以放假一天呢、是劳委会啊，在早期啊、要点头了啊，你不那个你是司长吗？司长啊，司长跟你不知道哈、的同仁已经告诉你，你不用回答，部长，这个是劳委会用一个函式放假一天，是这样来哦，法没有规定，你的施行细则也没有规定、所以我们只有放假一天，像这个这么重要的记忆啊，这个直到这几天吗？他们都是超过3天了。超过3天的巴斯达爱，正式的哦，不是那个不包括那个筹备哦，也不包括后面的善后，都是超过3天。各族群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你参加的都会区的，因为都市化不一样，都是一天的，基本上都是一天，在都会区。但是我们的部落。我们的部落的部分，传统祭的部分，都是一天以上，5天以上的也有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连法的地位都没有，只能靠一个函，现在劳动部有改为函的了哈，这个多还是函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的地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如。
这个部长，哎，是我们要不要把它法制化？需要吧？能够法制化当然是最好了。不过还没法制化以前，还是要把它落实啊。好，我们看这个条文哈，你的落实就没有落实哈。我们看第一个，你只有一天没有落实嘛？这个我要强调的是说，我强调的是说，不是原住民的岁时祭，像端午节啊、中秋节，都有规定在法律、啊，就是我们原住民的岁时祭没有规定在法律。那我们看这个现行的，这是现行的，现行的啊，原基法，劳动基准法37条啊，现行的劳动基准法37条，啊，我们都放在中央主管机关。啊，应只规定的部分了，然后到了施行细则呢，又放在那个第9款了，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者，就是那个函哈，从劳委会的函到劳动部的函。好，我们只有一天放假，那随着社会的变迁，有很多的就会去配合，因为只有一天的假，就会配合相关的假日。好，礼拜六礼拜天来办我们的文化祭，当然有的族群很坚持，他是该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很坚持的还是有，哦，所以他宁可哦这个去劳工就请假，哦什么都没有。好，我们很多都是在偏远地区嘛，花莲、台东，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丰年祭，我们的文化祭。跑到台东的长滨、成功、花莲的丰滨、大武、太麻里，甚至兰屿，对不对？都很远吧？那我们能不能第二天补假？光这个议题啊，部长，光这个议题你们就非常的不重视。你看呢、啊？这个部分呢、啊，我们还特别引用了哈，你们以前都不引用这个。嗯。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啊，以前你们都不引用，劳动部劳委会的函从来不引用，都是靠你们的解释了啊。好，都要放假哈、啊。我们看这个第5条之1啊，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第5条之1，逢例假日应予补假。以前你们都把它当成是公务人员军公教的条文啊。哦，都不是你们劳工的条文，所以以前你们不怎么引用，这是公务。今年你们开始引用了，这是一个我要求，特别要求之后你们才引用的。你看你们的解释哈，这个解释在这边哈，我7月18号哈，7月18号这个询问给这个劳动部，为什么会询问呢？是因为我前面咨询之后，你们答复我之后，我再。行文给你们，然后你们在7月21号哈，7月21号答复了3个部分哈，第一个岁时祭为法定放假日，这是你们的函令啊，第二个返回部落务庸提供证明啊，这个是我咨询的时候你们也做这样的答复啊，不需要提供证明，以前都要乡镇公所的证明啊，现在不用哈。好，第三个。应让劳工于其他工作日啊，其他工作日补休，啊，其他工作日补休，所以不是第二天哦，要不要第二天？必须要雇主的同意才可以哦，必须要协商哦，哦。那我们看这个实施办法，实施办法是要在次日啊就要补休啊，啊，如果是那个啊春节和什么什么。啊，可以再吃一个次日，或者是说在这个，在前一日，对不对？前一日或是次日，这个是实施办法。所以你们当初啊，7月21号的文，啊，没有这样子办。所以我在8月5号开了协调会，找了你们的同仁，我特别要求说，军公教实施办法。都有降定，而且你们未来的法规啊，你们现在修的劳动基准法就要照内政部的，所以你们还不到7月18号还不承认了，所以我8月5号召开这个协调会，所以你们后来在这个
特别在九月二号，啊，九月二号你们这，啊，九月二号就答复了，九月二号，你们答复我的协调会的公文就特别提到，但是还用这个所谓的咬文嚼字啊，后面那个特别红字有没有看到？很小吧哈，勇于，什么是勇于啊？于勇啊，我这个国语发音不标准哈，于勇，于啊，适宜的于，勇，允许的勇，于勇，于该例假或休息日之前后一日工作日以补休，前日后一日，就礼拜天啊，礼拜天丰年祭的时候啊，可以在第二天放假补休，啊，或者是前一天就是补休，这个是你们被逼的，后来才承认要这样做，但是还留了什么？余勇，这是什么啊？余勇啊，余勇，好，余勇，我说发音不标准，余勇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跟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那样的规定说应？为什么不说应于次日或前一日？是为什么，部长？因为委员希望依据的那个办法是公务人员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借用他那个办法的话，大概也只能用这个以允，因为原来那个是第二天或是前一天，这个那个是公务人员实施办法。部长，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里面有说只有军公教适用吗？没有的，有吗？没有了。所以单位的劳工是单位原住民族的，就是这么，你们这么不重视啊？端午节你可以在次日，对不对？像前面的国际这个其他的七天被准，未来你们想要砍的七天假，刚才那个哈，前一天后一天，那现在所有的劳工适用劳基法劳工都跟这个一样啊，就是不是都是要协商的。这个部分，这个是他也不能够直接就用到刚才那个公务员使用的办法，一样啊，部长。所以我们没有对原住民有特别不利或是不公平的对待。部长，部长，问题就在于端午节、中秋节，这个不是原住民族的节日，你们是次一日、后一日，哦，劳工也是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部分呢，但是劳工也一样啊，劳工也是协商的啊。还是协商的啊，这样只是跟公务员不一样而已。委员的意思是说要跟公务员一样，但是我们是说跟劳工目前大家是一样的处理方式。问题是你们现在的立法政策，是你们的现在修的提出来的37条啊，你们现在提的37条是内政部锁定了，内政部锁定，那不就是要一样吗？未来，所以你不是呢，你不能说未来啊，国定假日，对不对？你不能说未来啊。不好意思，委员，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新修法的37条是指这边所称的国定假日，回到内政部内政主管机关所定的国定假日是哪一天？哪一天？那至于我要跟你对话，部长，因为哈，因为我们原住民岁时记忆都没有定在你的啊劳基法跟施行细则，你们是透过一个函令嘛？你为什么不能透过函令就解释这次日？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很远嘛。我刚刚讲了，我们很远，我们本来应该要放3天假的，但是因为你们的函令只有一天嘛。因为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国家，啊，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就没有去重视原住民族的岁时记忆嘛。哦，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委员你的意思。我们审查条文的时候，看怎么去把它落实。是、哦好好，我懂你的意思，我们再研究一下。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郑运鹏郑委员，郑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张委员。好，主席，请郭部长。请部长。张委员好。哎，部长好哦。部长，早上你有看到报纸吗？
有看到这一篇斗大的一篇嘛，是对是、哦、看了。我们蔡英文总统哦，我想他说他非常痛苦了哈、哦。那我看到他这一篇以后呢，我也非常的动容，因为我觉得至少我们的总统可以体会所有劳工朋友的心酸。哦，劳工朋友呢，我想从520之后一再一再的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应该有的权益，因为选前我们蔡英文总统他说劳工朋友是民进党最好的朋友哦，甚至他在这篇也说呢，劳工是民进党心里最软的那一块。哎呀，听起来真的是好感动。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全国最有权力的是谁，只要一句话政策马上改变，所以你何来痛苦之有？包括如果说自己想做的事情非常的矛盾马上就可以做到，他就不用痛，就是因为是他了解事实的困难。你不觉得你已经好几个礼拜非常省事吗？因为都是国民两党为了劳工朋友的权益在那边起争执打架封喉欺凶，所以部长你几乎连在这个质询台上面备询的机会都没有，哎，一分钟草率的就把所有的议案念过了，而主席还可以装聋作哑，我有异议我有异议，结果他说他没听到。今天是因为还原真相才有今天这个委员会啊，重新启动，重新在这里针对所有劳动基准法的修正草案，才有所谓的审查讨论，以及部长在这里备询，要不然呢，今天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只是要请问部长，也就是说，我们大费周章的在这里讲，无论是周休二例或是一例一休哦，我觉得你现在出来的版本有很多劳工朋友其实是听不懂的，什么叫做一例，什么叫做一休，什么叫做周休二例。其实我要告诉部长，如果你记得选前我们蔡英文总统是怎么跟广大的劳工朋友讲的，也就是我要给你们实质的周休二日。哎呀，终于呀、啊，有实质的周休二日。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感动了900万的劳工朋友。选前说一套，选后变了调。如果今天呐、啊，国民党的朱立伦也懂得告诉劳工朋友，我绝对不会让你们过劳，一定给你们实质的周休二日，那个票分一半就可以了。今天我想执政的就是换人的，所以也就是今天呢、啊，我们国民党提出了周休二例，最重要的是要唤醒所有的劳工界的朋友，你非常清楚，也就是选前说一套，选前也是骗选票，选后就变了调了哈。所以我想今天呢非常清楚哦，也就是说你无论讲的是一例一休哦，或是呢哈，今天要在这个劳动基准法里面做修正，有各党各派每一个委员都提出了他的版本，那这些版本呢，我给他看一看哈，也就是说他们都站在劳工朋友的立场来为他们提出最有利的看法。但我看看那个刚刚我们李立禅委员啊，他说你要去当经济部长哦，应该不是劳动部长，但是我听你所有的言辞当中呢，你并没有捍卫劳工的权益，所以劳动部长的职责是什么？应该是要捍卫劳工权益嘛，是，所以我要请问部长，我刚刚讲了总统的一句话，媒体斗大的报道，但是劳工朋友在外面绝食已经超过220个小时了，这个篇幅啊差距太大了吧，这是大版面呢，这什么一点点呢，而且这么多天来媒体报道了吗？
因为没有重量级的人去看他们嘛，没有重量的 级的人去关心他们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提出来的一例一休，其实啊，这个修法只有砍价，根本没有所谓的加薪。因为呢，有很多啊，我们的律师团啊，包括刘冠廷、曾威凯等20名律师，都曾经在行政院大喊一例一休呢，宣称要让劳工休息日加班费更多，但是现行的机制就可以做到了，也就是现行的劳基法第24条。部长，你知道吗？24条里面的规范是什么？是不是呢？也就是啊，不管平常日加班或是休息日加班，依法都是在加班前2小时多1/3的薪资，2小时后每小时再多2/3的薪资。大部分劳工一例一休以后呢，就只有被砍7天假，根本就没有其他更多的好处。所以我要在这里请部长，你跟所有劳工朋友讲，一例一休呢，并不是提高你的加班费，没有所谓的增加你的薪资，而是现行的法令里面就已经有的规范。你要不要可以说明吗？我说明一下。好，我简单的说回应一下。第一，我们早上还特别就已经查过，总统他当初竞选的时候，他的承诺是要落实周休二日，对，不是落实周休二例或什么实质的二例。落实周休二日。好，我们专业，我们的专业落实周休二日哈，周休二日，二例也是二日，一例一休也是二日，都周休二日啊。那以前的周休二日嘞？对，那个是可以动用的嘞，不休息日是可以动用的嘞。对，就是有弹性的周休二日嘛，所以对我们专业来讲，以目前现阶段来讲，现阶段来讲，我们认为一例一休，它是一个对劳工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最佳的选择。那是你讲的啦，所以我说你不是劳动部长嘛，所以我就跟委员讲，委员你如果说你说我的专业，我的专业在劳动部，所有我们的从各方面的分析评估来讲，一例一休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休息日是弹性的，而且主动权是操之在劳工，劳工他愿意加班就加班，不愿意加班就可以不用加班的。所以他这是一个现阶段，未来或许有一天是可以走到二例，但是以现阶段来讲，这是一个比较能够平衡劳资双方面的需求，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我把它讲完好了。第三，我应该讲到了24条，不是我们不懂，而是真的是这些律师他们可能有一些误解，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平日的每日工资额的计算方式除以240，是已经把礼拜六休息日的钱已经折进去了。所以以目前的规定，就是一已经领了。所以你如果还没修法以前，就是加0.34、0.67。但是我们现在修法以后，我们用很精准的文字告诉他们说是另加给1又3/4、1又6/7，所以没有问题。简单的说，以现在30000块钱一个月的薪水，每一天是1000块钱。如果经过我们修法以后，它就是1584，比原来的580是多1000块钱。数字会说话，委员你看看，这样有没有增加？当然有增加，但是他们以为24条的修法的那里面的规定就是已经原来有了，所以240以后啊，本薪就已经拿走了。所以这是一个专业问题，可能他们比较不清楚了。好，部长，那就表示你的宣导是不利的。好，也就是你的宣传到目前为止沸沸扬扬讲到现在，劳工朋友还不晓得你的政策是什么。好，甚至我要跟你我想你都知道嘛，我们现在全球啊，所有我们台湾的工时是全世界占第4名，也就是说现在如果要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算是一个劳动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也就是我们劳工朋友，他可能有因为过劳的状况而造成他身体状况的一些负担，所以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希望能够落实周休二日落实周休二日，所以落实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是严格的，它是被规范的它不是弹性可以运用的。但是早上陈一鸣委员说，另外一天他是要另外找工作的嘞。谁在找工作？陈一鸣陈委员说的，说那个二例啊，如果二例的话，劳工要另外去找工作。找什么工作？
他为了是因为收入少，所以他另外找工作，那不是更累吗？我想身体健康是无价的吧。是，所以应该给他休息嘛。哦哎、所以应该要休息嘛，哈。好，那我再请问你啊，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全国放假一致了哈，啊，取消劳工朋友这七天假，那就可以跟公务人员的休假是一样的吗？是吗？如果修法之后，他的这个落实周休二日以后，他的年假变成十二天多一天，多一天多劳是劳五一劳动节，劳动节是是，谁多一天，劳工朋友劳工劳工劳工是的。那全序部是不是也要降低公务人员的特休？要不然怎么会休假一致？哦、因为大家都不一样啊。我现在讲国定假日，哦、国定假日跟特休是两回事啦。你在国定假日里面也不一样，好，那在特休假里面也不一样。包括国定假日哈，所以才会有人提出什么三个月就要给他特休假。我觉得这种这样的政策是不好的。国定假日因为他有这个全国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必须啦哈，但是其他的日像特休啦、甚至于啦，像有人讲到说以后的各种的假都需要去检讨，所以我们是陆陆续续的再来检讨。但是国定假日是跟特休是分开处理的。好，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到了吗？好，我请问一下哈，部长啊，部长，川普强调哈，美国企业回流创造就业率啦，哦，那我不晓得台湾目前因为川普胜出以后呢，他就强调美国企业要回流，而且要在地生产。哦、那我不晓得我们现在经济部花了很多钱 哦那如果我们各行各业各部门都有合纵连横的话，我相信经济部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经费，什么五加二产业啊，那我不晓得这个五加二产业以后呢，劳动部你会不会 降低失业率，会不会提升就业率？这个部长可以跟我说明一下吗？是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是跨部会的，我们的合作的平台，经常在研究这些，掌握这些情况。所以如果经济可以有发展的话，我们的失业率自然就会改善。好，我想我们要实质的数字，是啊、哦，实质的规划，实质的成效，绝对不是只有随便讲讲，这样没有落实，因为钱已经大笔钞票的花出去了，而且规划。哦，五加二似乎看起来已经在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哦、要做的这些、哦、什么国建国造这些几乎都已经抵定、哦、那但是我不晓得劳动部啦、哦、劳动部应该要积极跟进，是，而不是在睡觉。我们会积极主动的来掌握这些情况，然后来看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劳动部？好，那劳动部给我一个规划案好不好？是是，也就是说在这些谢谢经济部所有的这些政策啦，哈，它的这些方案之后呢，类似过去像金融海啸啦，我们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因应的措施，我们跟委员报告。好，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们现在拼命啊，在提高中高龄的这个劳参率啊。哦、但是你忘了哦，我们失业率是节节上升哦。哦，你看我们的失业率到目前为止还在节节上升，那有没有本末倒置？哦，或是你们搞错方向？部长，方向是不会弄错，是因为不管是中高龄、年轻人这两个族群啊，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施政的重点呐、啊。所以怎么样去让这个中高龄，让他们可以，那可以让年轻人变成啃老族吗？我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就业、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措施。那你是不是把目标放在年轻人他的就业率？我们双管齐下，其实中高龄有中高龄的促进措施，中高龄有他的经验，他的丰富的这些常识知识，我们也非常重视。要齐头并进，他应该不要站在第一线上里面，他可以担任顾问呢、啊。哦，是是是，所以这个辅导的方向当然是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会有不同的措施针对不同的族群。好，部长，那我麻烦你啊，就是把我们如何降低失业率，好，提升就业率，好，这个部分也给我一个我们过去的经验，然后因应未来的一些事情做法，我们跟委员报告，谢谢部长。好，谢谢张委员哦，刚刚有特别多好给你好几分钟让你讲完哈。那但是请你刚刚批评本席装聋作哑，这个我就有意见哈。对啦，我说尊重你的质询，我没有干扰你嘛。好，但是你这样批评我就有意见，因为大家守规矩啊，那研究真的很吵嘛。能听到的就是公版录到的，就是这样。公版录不到，我就听不到啦，是真的听不到啦。好，接受你的解释。不是接受我的解释啊，我还没有要求你要道歉，这样讲我。不可能道歉哦。我是说我还没有要求你啊，我也不想要求你，因为等一下一要求又没完没了啦。好，我在这里。对，我在这边，大家互相尊重啦，哈。
那我们接下来请张启成委员。张委员不在，请陈怡杰委员。陈委员不在，请赖世宝委员。赖委员不在，请萧美琴委员。好，萧委员不在，请曾明忠委员。曾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林委员不在，请陈欧博委员。陈委员不在，请廖国栋委员。廖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孔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委员。卢委员不在，请徐真卫委员。徐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陈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委员不在，请赖瑞龙委员。赖委员不在，请黄昭顺委员。黄委员不在，请吕玉玲委员。吕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罗委员不在，请简东明委员。简委员不在，请陈赖素梅委员。陈赖委员不在，请周陈秀霞委员。周陈委员不在，请吴志阳委员。吴委员不在，请高金素梅委员。高金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委员不在，请高陆勇委员质询。好，主席，谢谢哦。有请部长。请部长。我们是不是没有手拿麦啊？是，喂，好。好，部长你好哦。我想我们台湾高工时低薪的这样状况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我们2016年呢，我们蔡总统哦提出来的劳动政策哦，首先就是提到我们要减少工时，让我们的劳工有完整的休息权，对不对？是。不过呢，部长，从劳动部7月21号、10月5号一直到今天的报告，部长这边一直在强调院版的周休二日，也就是一例一休，是现阶段最务实可行的方案。至今部长也是这样认为，是还是不是？是的。好，那既然从来没有改过，是不是？那既然部长这样说，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个影片，回顾几个月以前哈，其他的委员是怎么看待劳动部长，我们部长您认为最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哦。好，首先是杨耀委员质询的这个影片哦，没有声音，不好意思，主席。你先回到那个桌面那边看一下，这边有设计。对。这边啊，是镜。可能你会把麦克风放在他这边，不然一定要借一个镜。还是没有。工时的时候，你们才把这段话拿掉了。我们的立场就是，正常工时缩短之后呢，国定假日就是全国一致。这个一直在跟劳资双方沟通。为什么？立场？为什么？这个没有关系。101是很少使用影片。而且你们还在手册里面直接讲明了，并没有。好，这个是杨耀委员的这个影片哦，不长，1分钟。是。一直到立法院通过。我想刚刚杨耀委员也质询过部长哦。那这个是3月28号的时候的立场，就是正常工时缩短之后呢，国定假日就是全国一致。杨耀委员所提到的，双方沟通，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没有关联性呢？这绝对有关联性，这个没有关联性，工作时数有关。这个工作的时数我就讲过了，立法者的代表人民的总意志是要缩短工时的嘛？这个工时的多少，立法者已经规定了。怎么可能？你还回去以后自己想说，因为工时一般的工时已经缩短了，所以其他的休假
我就跟你客套。我直接解释啊，杨耀委员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立法者已经规定我们要缩短工时哦，跟现在这个所提出来的这个一例一休是没有关联性，而且呢，怎么可能在回去之后呢，认为一般工时已经缩短，就把其他的休假克扣？他对前任的部长说这是不对的哦。再来呢，下一个影片是黄伟哲委员他在为他所的报告在卫环委员会提到的，在4月8号的时候，他提到的就是这一次4月8号所讲的是当时民进党团所捍卫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哦。尤其我们对于劳工在台湾长期的低薪、高劳动工时、过劳的情形不严重的现在。我们觉得其实对于劳工本应有的价，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劳资对立的问题。本就要不好意思哦，主席，就到现在影片的声音都还听不到。他应该有的休假。那么我们对于劳动部提出意识形态的一个说法，包括什么这个假是什么是某某人的纪念日，我们不认同这个人为什么要放假。我觉得其实用这样意识形态的方式隐藏在背后，是在替资方说话的一个做法，我们觉得其实深表遗憾。劳动部本来应该站在劳工的立场，无奈却成为资方的代言人。我们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跟做法，而且甚至在国会里面咆哮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此名称可以讨论，好，这个放假的缘由可以调整，但是劳工本应该有的这个19天，我想哦，不知道是不是这次卫环委员会刚刚好设计好的哈。那个，我们是不是请黄国昌委员先？没关系，我就继续讲。我相信那个内容。我相信部长在这个从劳委会一直到现在哦，应该经历了20年哦。这个4月8号的影片，你应该记忆犹新啊。绝对要全力。没关系，委员继续执行，我会去跟上委员这个你的执行。好。黄伟哲委员哦，他其实很直白的说，19天假要还给劳工哦，新的劳动部哦，是一定是要全力捍卫劳工的权益哦。好，这个是当时4月8号，我们黄伟哲委员他代表民进党团所提出来的，说新的劳动部一定会捍卫我们劳工的权益哦。好，接下来我们其实哈也有就是其他的委员，像钟孔照委员、刘建国委员、吴玉琴委员、林淑芬委员哦，还有刚刚所提到的杨耀委员哦，这里面尤其是我们钟委员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哦，工时的缩短不等于休息日哦，劳工要的就是那个19天。我们的刘建国委员也提到，假设单周工时是哦，如果是单周工时4小时没有办法执行，假日又被减少7天，这样对劳工的伤害有多大？吴玉群委员甚至说，如果说年休假这个部分哦，为什么一直要拿年休假这部分说一定要比照公务人员哦？这个是奠基在不公平的基础上，谈公平其实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哦。甚至是其他的执政党委员哦，都曾经提过这件事情哦。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个劳基法36条修法的版本哦，这个也是好我们执政党委员所提出来的。这里面甚至又提出到36条的这个版本哦，就是要两例哦。再来，有关于我们也有一个临时提案哦。其实这里所有提到的哦，都是我们现在执政党委员曾经提过的，也曾经是代表民进党团所提过的。那他们这样的一个看法，请问部长您认同吗？报告员，那么
劳动部从我们自己的专业去说服这些委员哈，或许他们过去对于，譬如讲说两例例假的定义有是不是跟我们的认知不太一样啊？那么经过我们说明以后，知道说例假它的定义是怎么样之后，我相信他们大概对自己的想法会有点改变。部长，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所提过去所提到的政策，过去所提到的这种论述，过去所提到的说法，都可以转弯的意思，是不是？不是转弯，是原来就是这样。承诺可以打折，甚至是我们根本不用履行，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想蔡英文总统所提到 的定义本来就是这样，当时所提到的哈，当时还没上任所提到的劳工政策，应该跟现在不太一样哦。那再来，既然我们的临时提案，我们的提案呢，这边也提到一个就是要确认40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降低工时的这样的一个决议哦，再来第二个是除了要确立40个单周40个小时，还要有配套、哦，那这个配套就是必须搭配两例假、哦，这同时也是我们执政党的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个提案哦，而且是在未还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哦，那为什么现在行政院的版本哦是完全抵触委员会所提出来的决议？所以说我原因之一，我相信大概他们对于两例的认知，原来是以为是说两例是也可以是做弹性的处理的。其实劳基法是说不行的。所以现在是要让我们的国民看到，就是我们所提出来的决议之后都可以改变，是这个意思吗？我不这样认为，但是我不晓得刚刚所谈到的全部都是执政党那时候面对马政府时期的陈雄文部长所提出来的论述哦。当时执政党的委员其实都已经明确主张工时不可以跟工作日混为一谈，单周40个小时要搭配两例假。为什么520之后执政党的政策马上就可以这么大的转弯？经过我们说明之后，我相信委员大概接受我们的看法。那你认为就是你上次上午说的八个月之前陈雄文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跟你现在的立场是一样的？你现在就是跟陈雄文的部长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修36条，因为原来没有修36条，所以没有周休二日，还是没有周休，现在还是不一样啊！你劳工都觉得说你们这样的说法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啊！蔡英文总统说很痛苦，劳工也说很痛苦啊。因为你们反复跳针啊，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啊。那我们现在选出一个新政府，就是希望能够真正落实降低工时，保障我们的休息权。可是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做法，没有办法得到900万劳工的这样的一个感到的期待，没有办法觉得就是说新政府有对待他们，像他们当时在提出政策还没有选上，还没有政党轮替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现在我们跟陈部长、陈前部长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样的地方是一样把法定工时降低，一样是把国定假日由19变12天，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周休二日，他原来是只有周休一日，他原来就是周休一日，是。可是说实在的，我们现在要落实的是降低工时。降低工时，我们在法定工时的降低是一样的。情况底下没有降低工时啊！如果你真的有真正的降低总工时，为什么外面的劳工还要绝食？你有去看外面的劳工吗？没有嘛？我特别请我们请我们的同仁去。为什么？因为外面的你没有这个脸去面对外面的劳工吗？不是，因为我担心会有一些其他的人，所以我特别请我们同仁去关心。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行得正，坐得端。希望能够拿捏的恰到好处。好了，更不用说了，部长，你其实啊，在这个未还委员会哦，曾经有提到哦，未能落实周休二日，所以遵照立法院决议处理，恢复劳工国定假日为19天，这是您说的吧？好，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哦，雇主有很多的方式哦，可以规避这个周休二日哦。对不起，我刚才那句话没有听清楚，你说19天什么意思？是因为当初我们的审查，这是部长您在未还委员会报告所提出来的，因为未能落实周休二日，所以遵照立法院决议处理恢复劳工是细则，是细则被退回来。然后呢，现在部长您也不是很坚持了。好，你也是会跟着去改变，跟陈雄文，好部长一样了。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昨天《苹果日报》有提到，就是蔡英文总统说，这个是最痛苦的决定哦。可是呢，为什么部长
您也要学陈雄文部长哎、欸。我不是学他，我们是希望把他。学的这么痛苦。他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把他解决完了。既然学的痛苦，这么学的这么痛苦，你就不要学嘛。我们痛苦不是在不是来自于学习他的问题。痛苦。再来，蔡总统有说过，如果这个社会和经济承受得了，我愿意给劳工最好的环境哦。这样的这个很漂亮的话术，其实反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经济不好转，企业转型不成功，劳工就不能有最好的环境，是这样吗？那就希望我们希望经济可以越来越好。蔡总统的意思是这样吗？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办法给劳工好的环境，就现阶段我们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新政府的眼中，劳工的地位永远比不上这些企业跟雇主，是这样吗？希望能够兼顾双方，所以我们认为立休是目前现阶段比较务实的做法。黄伟哲委员说的就是不要站在资方的这一方，现在你们已经要站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永远站在劳工这边呢。劳工要相信你们站在劳工这一边啊！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质询。不好意思，我询问一下。谢谢主席，有请部长。嗨，请部长。黄委员好。部长你好，我想刚刚高路委员呢、事实上在讲的就是，这陈雄文之前讲的啦，他反对恢复七天假，未来倡议一例一休，未来再来推啦。啊，你刚刚的说法就是你们比陈雄文早推了啊，所以你们比他做得好。我归纳你的意见大概是这样嘛，哈，一例一休。加上砍七天假的这一个政策方向，劳动部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研究的？从你上台以后，还是陈雄文在的时候就做研究？在的时候，在的时候嘛。是。所以我说你去延续陈雄文的政见是没有错啊，只不过你做的比他快一点嘛。对，做的比他完整啊。哦，做的比他完整，没关系啊。我们慢慢周休二日落实，慢慢在评估啊。因为我今天哦看到劳动部啊提出来对于修法的意见。特别是37条的部分啊，修正第37条的部分啊，只有一段文字，我看了我真的是惊恐不已啊！影响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劳工的政策，劳动部提出来的评估、立法的说明只有一段，笑死人了！你刚刚说哈，陈雄文的时期就已经有做过评估了嘛？评估报告可不可以在礼拜三以前送到本委员会来？可不可以？评估之前的评估。刚刚你说的、啊，说陈雄文开始就评估啦、啊，啊，还是评估是在你们的脑袋里面没有写下来？不，我请教一下我们业务师啊。没有关系，你不要，你们回去把你们的评估报告给交出来。今天刘建国委员在问你们的时候，你已经承认了嘛？两例跟一例一休两者之间，你们没有做完整的评估嘛？接下来会再努力嘛？没有做完整评估，我有这样、没有关系啦，我不要再跟你扯这些，你自己回去看录影带就好了啦，哈。你们现在我们现行的劳动基准法的规定，是不是每周40个小时加一例例，对吧？每周工时40个小时嘛？假日有19天嘛？是，加起来年总工时1928，特别休假是这样，违法制裁是这样。你们今天送到本院的行政院版本的条文啊，改成什么样？每周是不是还是40个小时？没有错吧？是，只是你说一例一休嘛，看可不可以礼拜六的尽量不要在礼拜六上嘛，效果怎么样？未来可以检验，假日你要砍7天变12天嘛？对吧？后面这个你们都没有动嘛？效果是什么？工时还没有减，工时没有减哦。以现在的法状态跟你们现在提到立法院里面来的版本，第一个，每周的工时没有减；第二个，假日是明确的减少，少了7天假；第三个，总工时增加，特别休假
跟以前一样，如果以前是形同具文啊，今天也就是形同具文，特别休假没办法落实，制裁的部分违法泛滥继续存在，你制裁也没有增加哦。我现在单纯的就你行政院的版本归纳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结果你不断的跟大家讲说这是对劳工最有利的版本，部长有利在哪里？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说个道理出来吧，有利在哪里？包括我们休息日，休息日这个会多了52天，然后休息日加班会提高。休息日多52天，等一下，现在每周工时是不是40小时？是。未来的每周工时是不是40个小时？只有7休1啊。对。52天从哪里生出来？就过去是7休1啊，现在如果7休2的话，就多52天出来。然后84小时变成80小时，又多了13天。84小时那是去年修法的东西哦。现在我在跟你比的是今天的法律状态，跟你修法以后的法律状态。你的意思就是说啦，吼，用砍7天假去换本来的一例成为一例一休，这个是你们现在新的政府跟今天的法律状态相比最大的差别。我这样说应该没错吧？哦，观念不一样啊。我们国定假日减少不是为了要去换什么东西，没有关系的。国定假日减少是为了统一嘛？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国定假日最大的问题不在假，而是在说造成全国生活作息习惯没有关系，好，可以受到影响。所以你支持国定假日统一嘛？对，你赞不赞成定国定假日法？赞不赞成？我们尊重内政部啊，做内政部如果定的话，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尊重内政部，这个可能是要尊重立法院吧？当然了，提案单位是，目的是主要就是。日本的国定假日是行政机关决定还是立法机关决定？我们这里最后还是立法院啊。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嘛？日本的国定假日是立法决定还是行政机关决定？劳动部人才这么多，不可能没人知道吧？是不是立法机关决定？自己回去查一查，没有关系。砍了7天假了以后，资方的代表讲得很直白，630亿，1天90亿。来，我问一下，对劳工的好处是什么？你刚刚又说了吼，他们多了52天的休息日，对吧？好，你这样的讲法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检证？我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吼，在那边跟你在那边扯层次不一样的问题。我现在问的最直接的。资方省了630亿，以今天的法律状态跟修法通过以后的法律状态，就少了这7天假嘛？这个是包伟，你这样子工总出来讲的，太单纯化了。630亿，我早上特别报告说，现在情况是不一样的，有35%的人是原来还是周休一日，他是19天。没有，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嘛？好，今天如果不砍7日假，没有关系。那我问，依劳动部的评估，对于资方所造成的成本总共多少钱？这话不是我讲的啊，这个是工总讲的。他工总讲不对嘛？没有关系。好，如果不砍7天假，对于资方所造成的成本增加多少钱？劳动部的评估是什么？告诉大家一下，多少钱？不知道嘛？你们到今天来。到立法院来审这么重要的劳动基准法，准备了这么久，连这个基本的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被处理，来用一例一休换砍7天假，对制造业劳工的影响，对服务业劳工的影响，对低薪劳工的影响，对部分工时劳工的影响，部长，包伟，你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我在你们的报告里面。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分析。喂，我们从来没有用一例一休去砍，要去换砍7天假。这个前提，我跟我们想法没有嘛，好嘛。那我现在先问你嘛，现在的状态是不是一例？目前是啊。啊，你希望把它改成一例一休嘛？是。现在的状态7天假没有改嘛？对吧？是。那你要把它砍掉嘛？我到底哪里讲错啊？不，现状，但是你要先了解一下，现在目前整个雇佣市场里面流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啊？对于你们要砍7天假，你们说你们有跟劳工团体座谈，北中南办了3场会议记录，我全部拜读了。请问哪一个劳工团体支持？包委员，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逻辑，怎么会去要求他们支持这样呢？不会，没有关系嘛。我们不要求他一定要换7天假。好啦，
你不赞成说用一例一休砍七天假这样的表述嘛？前面这句话不要讲，砍七天假最大的问题，砍七天假最大的问题是真的是造成这个全国的这个我都了解嘛，所以我才问你赞不赞成定国定假日法，我也赞成全国的作息统一啊。如果内政不要混淆焦点，没有问题啊，我们政乐观其实。现在我只问你一个啦，你要砍七天假，达到全国假日一致这样的目标，这个我了解。我的问题很简单。有哪些劳工团体支持你们现在的政策方向？讲出来给我听啊！因为你跟这么多劳工团体座谈了啊，但是我拜读了你们三场说明会的会议记录，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劳工团体支持你们的政策啊！啊，你总要告诉大家吧？还是劳动部的立场是，你们所有座谈过的劳工团体通通都不赞成，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子做。我们每一场都不没有去做特别的比较，但是事实上，我们砍七天假希望达成全国一致，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希望，如果假真的是需要检讨的话，我们从特休去检讨，所以这是两个是配套的啊，没有关系啊，你说从特休去检讨嘛，好，行政院的版本提出来，特休增加几天，行政院版本有吗？我们认为这个时候提议是对立法院是不太妥当，所以因为你们没有完整的配套，你现在认为是说用特休来帮你补劳工牺牲的假期，是立法委员提案的责任，不是你行政部门的责任就对了。不责任，这是检讨，但是已经在对嘛，所以我就简单的请教你嘛，你们行政院提没有是逐条没有讨论啊，行政院提出来版本，我只问一个简单的客观事实，有没有特休假的增加，有还是没有？我们目前因为我们的版本没有这个，所以在需要在你们的版本没有这个没有关系，这么简单的事实问题你都可以浪费我这么多的时间。我接下来再往讲哦，这是你们2014年的研究计划，邱俊业老师做的，整本我都拜读了，非常厚啦。你们一开始在做整个工时评估，大概就是从这个计划衍生而来的。他讲的是什么？要真正走向缩短工时，不是只有缩短周的法定工时，你要看年总工时，还要再看其他休假日。这个是你们委托的计划所讲出来的东西。我现在就问你，缩短法定工时等于缩短实际工时吗？不会画上等号嘛？历史的教训是什么？我先给部长看。历史的教训是2000年到2001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修法，你修法法定工时缩短的比例13%，实际缩短的只有5.1%。这个不是我捏造的，一样是你们劳动部的委托研究调查出来。你现在一直跟大家讲，说从去年到今年，双周84变成单周40个小时嘛？然后好像每个礼拜是不是少了2个小时？来看一看，这个是去年哦，2015年我们在双周84小时之下，从1月到6月，平均每个礼拜的工时是43.10。这个是今年哦，今年已经单周40个小时喽，实际的工时是42.99。你在法定工时哦。你一直跟大家讲每个礼拜少2个小时嘛，对劳工来讲看法定工时意义不大，我要看的是实际的工时啊。以实际的工时，去年到今年双周84到单周40，请问你实际的工时减少了多少？我帮你算出来了啦，6分钟到18分钟，这也不是我捏造的数字，这个是主计总处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减少的比例0.2%。部长，包委员，我这里也有数据哈，等一下会给委员参考一下哈。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虽然现在主计总处的这个数字是错的，虽然不等于，但是它有绝对的直接正向的影响。有啊，89的像我也同意有正向的影响啊，89年到90年，而且不是那几分钟的影响啊，正向的影响就是6分钟到18分钟啊。我现在在跟你比的哈，是去年跟今年，去年是不是双周84，对吧？我们这里去年跟今年这个6个月，1月份到7月份就有明显的降低啊。90年从48小时变成这个双周84小时的时候，也有明显的降低啊。
这个是你们的调查报告。我要跟你讲的只有一件事情啊，缩短法定工时不等于缩短实际工时，这是等于啦。但是这个是你们的研究报告有吗？是有正向关系嘛？按照主计总处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它的正向关系就是实际少了6分钟到18分钟嘛，这个就是实际的效果啊。这数字不是我捏造的，是我们的主计总处做出来的，部长。你们连这些评估都没有完整的做，送到立法院的报告来，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想要跟大家讲说，啊，我们已经从双周84变成单周40个小时，所以每个礼拜少了2个小时，乘上52个周，所以就少104个小时，然后就换算有13天。包委员，刚才主计处我们的同事长跟我讲说，主计处那个资讯啊，其实是有包括自营作业者跟雇主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有可以演证的地方。为什么跟我们的数字差这么多？没有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哈，在审法案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跟你绕来绕去哈，绕了非常的久。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说，当你们在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不是你部长讲一句说，我有信心。这是对劳工最好的政策。如果这是对劳工最好的政策的话，我就搞不清楚啊。报告员，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劳工团体大家都反对？我们这么多的论述，当然不是我一句话就算数的、啊。没有关系啊，把你们的论述提出来啊。但是我今天已看到劳动部所讲的论述啦，砍七天假的部分只有一段啊，我有说错吗？你没有嘛？你的论述在哪里？拿给本院做参考嘛？你所有的论述就装在你的脑袋里，你所有的论述就在你自己跟媒体的专访里。你的论述要经得起客观的检证，把你的论述、把你的评估报告交出来。我这样子的要求应该很卑微吧？影响这几百万劳工的政策、欸，只是要求劳动部提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子的法律变动，对于各种不同形态的劳工所会造成的冲击影响，要求劳动部提这样的报告出来，有很过分吗？包围，我们来提供一下，可以吗？好不好？星期三公听会前可不可以提供出来？因为星期三哦，还有很多的人要来讨论这件事情嘛。你要大家讨论的话，劳动部的政策分析在哪里拿出来，有一个客观的基础，在那个基础上讨论，是不是比较能够就事论事？星期三以前可不可以交出来？我们把现有资料先送给委员参考。没有，星期三以前你可不可以交出来嘛？礼拜三以前。因为你提出这么重大的法案，你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说帖，我大概没有办法相信啊。把报告星期三以前提出来好不好？好，送给委员参考。好。好，不好意思，我们是让行政部门先休息10分钟。好，那个林委员请教林长卓委员，请教你要。换麦克风吗？你是用这种，就是那个就可以哈。好，谢谢。公报处的人有没有在现场？好好，谢谢。啊，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是。嘿，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哦，接下来请林长佐委员质询。主席，我们请部长。请部长。李委好，部长你好。我想在前面我还是要跟大家再一次这个表述一下我们时代力量的立场。那其实在今天这个劳基法的修正，其实跟我们过去在参与不管公投法、选罢法、集优法或是说转型正义相关法案的修正一样，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委员会里面可以公开严谨的来讨论跟审议。那有这样子的机会，让不同党派不一样的意见在委员会里面充分讨论互相说服，那也有公听会来去广纳社会各界的意见，截长补短，最后才可以让法案完善。那像这样子的事情，理论上应该几个礼拜前啊，甚至于几个月前应该就要开始。这个程序到今天才开始，是因为一连串的闹剧，我想大家也都知道。那不管怎么样，我想只剩下这样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得非常的谨慎，也希望大家都是用有诚意、最高的诚意来处理这个事情。部长，现在劳工权益牵涉到这么多层次的问题，行政院提出的这个修法到底是要处理什么问题？我们是希望能够落实周休二日，然后全国假日的这个国定假日能够一致啊，然后附带也希望能够检讨退休的部分。那国定假日这个部分的一致，你就是说劳工跟公务员要一致嘛？是，希望全国都一致。劳工跟公务员的劳动环境完全都不一样。对，但是国定假日比较特别嘛，它是一个，我们说凝聚整个国民的情感也好，或者它有一个国家的特别的疑点的这个象征也好。这我了解，所以劳工的事情跟，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为了要跟它一致，劳工跟公务员要讨论的事情就很多了。如果要国定假日吧，对，谈到所有的假单很多。退休啦、退服啦、就业的这个方式、就业的保障就都不一样。你今天讲要一致的时候，也可以公务员去跟劳工一致啊？为什么会是劳工来跟公务员一致嘞？因为当初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在修这个公园服务法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劳工如果有一天也周休二日的时候啊，他的国定假日也是一样，那7天要改为只纪念不放假。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提出这个砍7天假这个问题，你就把所有的事情，好像现在劳工多放这个7天假，这个对公务员就不公平。可是事实上本来就不一致。不是不是，现在连服，我问你，对，我相信劳动部已经知道，服务业的劳工，他们很多人这国定假日根本没有放到，社会有大乱吗？不是，去年以前没有放到，是因为有那个4个小时零碎时间可以调移。今年就不一样了，今年是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所以一定要去处理啊。对，今年一定有碰到，一定要处理。事实上，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是没有放到嘛，所以有133万的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劳工，他们就不一定有放到。以现行的状况来讲，那你现在要通通把他们统一在一起，以现在执政党在网络上面，不管用这个懒人包或是任何的这个说帖。刚才我们这个黄国昌委员在质询的时候，你一直不愿意把一例一休跟这个7天假放在一起讲。可是事实上，现在有太多的这个说帖，都是把它放在一起，加加减减，这边减多少，那边加了多少，是这样子来调和、弥补、浓缩、挪移的。你现在认为所有这些网络上面、舆论上面所有的这样子的说帖都是不可信的吗？不是不可信，而是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我们原来对这制度的规划是希望怎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你们干嘛提放这个国定假日的问题？干嘛砍7天假？包伟，你看看这两天不是从9/28以后，我们社会这样子产生的乱象，大家都认为应该要起义啊。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大，是因为你看，从原来的放只有放假而已，现在不止放假哦，现在连个停个车，连转个弯，连吃个饭都成问题啊。我刚才要谈的就是，所以国定假日它本质上面可能有一致的这个需求，是，但是国定假日一致的需求跟现在劳工的这个环境、劳工劳动的权益是不一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们认为是可以，你们现在很多的说帖的挪移。补这个互相的这边减少那边增加都是拿这个来讲啊，你现在又说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不是挪啦，我就认为是不一样，不是挪的问题，是部长，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族群，它有很多的原因可能会有国定假日，它有可能是因为民族节庆，是，例如说这个农历春节，例如说原住民族的祭典，它也有可能是因为特别的历史事件，228和平纪念日，或是郑南榕言论自由日。他有可能是为了重要的这个价值，所以他来定，例如说这个人权日12月10号，所以现在的确，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认为现在很多的假不该放，
我也认为很多的假这样子很奇怪，应该要重新调整。例如说这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嘛，还有很多有台湾概念、台湾价值的假应该就要放，所以这是一个议题没有错。可是这就是你们把它拿来跟整个劳工的权益混在一起，这跟劳工权益不是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说应该回到内政部去处理、啊。所以你刚刚就不应该讲说哦，你现在处理的问题是三个啊。第二个你就讲国定假日，你如果真的要处理国定假日的问题，怎么会是这样处理？你现在处理就是砍劳工的七天假。但是因为37条有关于这个条文啊，所以必须要处理啊。就是变成砍劳工的七天假，你根本没有处理国定假日的问题、啊。在37条处理国定假日，这也是委员会里面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因为过去我们是在细则嘛，哈，现在他后来在这里被退回的时候，就我们在文化里面要处理、啊。如果你认为国定假日是要处理，它可能是行政院层级，可能是立法院层级的事情，就不是你刚刚讲劳动部要处理劳工权益的问题嘛？我不是，我们的这里面条文只是说要跟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未来如果他定了一个条例的话，还是要送到立法院来。所以你们现在所有的说帖说什么啊？这里减掉七天假没关系，那里增加了礼拜六，那就是不对的嘛。哦，不是，那只是一种这个大家要知道说到底要减点差多少。在同样的这个事情里面提出来，然后甚至于在很多的这一个网络上面、舆论上面去散播这样子的说法，包括很多执政党的朋友都是这样子散播的、啊，说啊，安尼无减啦，吼、哦，这看起来吼减七天，吼、哦、啊，但是你这哇减几落十天嘞，所以这些七天，这是四个拢安尼在讲啊，啊，你即马讲唔是安尼讲诶，吼、哦，国定假日说不定还比19天多啊，如果有台湾意义的，说不定可以增加很多天，对不对？你今晚刚刚出去讲安尼无？哎、欸，国定假日我们现在要重定，所以国定假日我们从来没有说要砍七天，说不定明年开始就是超过19天嘛，九扣零，以国定假日对台湾人民有价值的这些日子来去定，所以没有砍七天假的问题，明年我们重新定，因为我们认为国定假日要一致，而且有台湾的意义，你敢这样说吗？这是内政部要去说的了，所以你这就是内政部说啊，那你想要被攻击？不，因为我们条文里面要回归到内政部啊。在没有完整处理的时候，你可以提报行政院去思考怎么处理国定假日，因为国定假日有全国可能不一致的问题，也有放的内容的问题嘛。但是现在处理是劳基法37条要先处理啊。所以你没有，你现在处理只有实际，只有砍掉。我现在在讲的就是国定假日的问题。没有，不是砍掉，我们不是砍掉，我们说要回到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它的规范。他的规范，你回到内政部的那个规范以后，对，就是他未来怎么样规范，那是他要去建立共识啊。所以公外一组，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重新，我要再来讲。所以你们就不能去对外讲，如果我们要重新建立、重新这个凝聚共识、重新订定，现在时代力量也已经提出国定假日法。行政院我们也希望可以提出版本啊，因为现在包括民进党的朋友、执政党的朋友也到处在讲说，现在这一个已经不合时宜哦，只纪念不放假，还是要放假不放假，这么多这么混乱，其实也当统一起来，那订跟台湾有关、台湾价值有关的这个，从来没有砍七天假的问题，你应该按那讲嘛，所以不是在外面去讲。你现在讲砍七天假，劳工当然知道你就是要砍七天假，而且实质上也就是砍了七天假，因为内政部我相信他现在也还没有提出任何跟国定假日有关的版本，并没有让劳工不会被砍假的问题，所以从劳动部的这个立场提出这样的结果，你们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国定假日的建议，你们提出来的结果就是少了这七天，但是你现在不承认，你说这个没有，我未来也有可能变多。这我讲的你无讲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啦，照你的意思是安尼嘛，啊你刚刚出去讲，你嘛唔是，你嘛袂安尼讲。我在这边要讲的就是，现在劳基法的修正，想弄会遮乱，因为即马劳动部是把周休、例假、国定假日、调高薪资、加班费、连续出勤、特休，全部糊成一团在弄啦。全部糊成一团在弄，你再告诉大家说全部都是各自独立的哦，国定假日跟我们这个周休例假不能这样子增减挪移，但是所有执政党在外面的说帖全部都是这样子在挪移，全部都是这样在计算，这里加二，那里加三，这里减七，那里加多少，你现在劳动部跟人讲哦，不是这样算，不是这样，想要软安呢，这个东西是因为过去国民党就是这样，他想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后弄出资方有利于资方可以去挪移的方法啦，他一弄五也包啦。我在这边最后要告诉部长，还有告诉我们所有的同仁，今天蔡英文在专访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劳工是民进党是执政党心里最软的那一块。我不敢相信我们的新政府在外交布局可以有全新的政策。新南向政策加深美国跟欧洲跟日本的关系，可以跟国民党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两岸关系也有我们自己的坚持，可以跟国民党不一样。
我们甚至于连文化政策这样软性的政策都可以跟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在转型正义上面都可以跟国民党不一样。而今天我们的总统说执政党心里最软的这一块，却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有全盘的概念的，不是提出一个能够清楚爬梳，我刚刚讲周休例假、国定假日、调高薪资、加班费、连续出勤、特休，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爬梳过每一个东西怎么样保障劳工的权益，不是这样用，而是承袭国民党本来已经在规划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你没有发现吗？照例来讲，民进党已经说劳工是他们心里最软的一块，人民也相信劳动政策，民进党跟国民党它核心价值不同，就像外交政策，就像两岸的政策，就像转型正义的政策一样。结果我们讲到别的的时候，的确执政党都有提出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脉络，重新的爬梳，劳动政策没有，他就是把以前国民党规划的拿来，哦，我们细部修整一下，加班费再增加一点，不是重新一个一个的爬梳，这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可不可以给我一分钟？如果等你讲完以后，可以。是，因为劳动政策跟人家跟别的方面政策是不一样的，牵一发动全局啊。所以你看，任何一个劳动政策提出来以后啊，你干嘛广告不是牵一发动全局？它性质上，两岸不是，它性质上不是说可以整个重新爬梳，端出一个各种样，你刚刚今年金都可以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天，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只要牵涉劳基法的修法问题，我们是要循序渐进，而且是一步一步的来。但是一定要比过去更好，比以前更进步，这样才是我们这样的初衷。但是你一次要全部要弄的话，真的会打乱，真的会打乱。现在所有的改革哪一个不是面对很大的压力？但是劳基法的修正哦，真的是要审慎为之啊。我伫咧，我大高委员会规工当遐讲嘿，哦，要跟日本接近一点，结果现在他是不是要卖我们这个？他或许可以有个新全新的思维，劳动基准法真的是，你看现在劳动基准法从以前的弹性工时 的修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这样一步一脚印的这样走过来的，真的你要重新爬梳，真的很难包围。国民党一步一脚印走过来啦，他们的政府就做的不好的，做的不好的，我们会逐渐，所以我会检讨现在目前劳基法里面的问题。国民党的劳动政策做的不错，我们再把它改好一点。他做的不错，我们今天就不用改了，我们今天就是改，就是这样子在改啊。只是改的进度，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的来。勇气不够，我在这边，我想我们还有礼拜三、礼拜四，是我们还可以逐条来去，谢谢，一个一深究。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徐永明委员质询。有请部长哈。哎，请部长。徐委员好，部长好哈。七天假是乱象，七天假本身不是乱象啊。那七天假是乱象是谁造成的？会造成目前社会真的是乱象、啊。我只问你，七天假这个乱象是谁造成的？是那些绝食的劳工造成的？没有人说是他们造成的，是我们这些立法委员造成的。也没有人说是立法委员造成的。那谁造成的？他就是因为制度上，他因为什么？制度上造成的嘛？不造成的嘛？我也不承认呐、啊。你这边讲来。为什么是劳动部在造成的？你在劳动部多久？你说要循序渐进。当你在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知道七天假问题会发生吗？今天出来讲七天假是乱象。包伟，请你用词清楚一点。你让我把话讲完。不是七天假不是乱象。你让我把话讲完。是、欸。主席，你要不要制止一下？好，对不起，对不起，我听。今天一个部长出来讲说劳工放假是乱象。我没有这样讲啊。今天这个七天假是谁给的？问你，劳工有去要到这七天假吗？是他去求的吗？不是你们规定的吗？喂，你这样是不是冤枉我了？今天出来讲说这些放假是乱象哦，什么路啊，什么金融机构啦、啊，那是事实、啊。部长，乱象在哪里？有人因为这样出车祸？有人因为这样损失什么权利吗？出车祸才是乱象吗？不是，我在问你，生活上是不是受影响？我在问你，乱象在哪里？乱象就是你啦，我不承认了。出来给人家七天假，然后出来说不行，这是乱象。我说一个政府，
我今天不管你是民党政府或国民党政府，一个政府把这个制度弄成这个样子，结果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部长，哇，委员你不知道啊，这很复杂啊，我送过九位首长啊，劳动部谁最大？你在那边当副主委当多久？十年。送过九位首长啊，他说大树底下有乘凉啊，哇，陈雄文这棵大树很厉害，哇，解决四十小时，让大家可以轻松在底下乘凉，陈雄文快很准。请问你的政策跟陈雄文有什么差别？我们比他更好啊。好在哪里？你说啊。周休二日嘛。周休二日啊，陈雄文不是也这样主张吗？没有啊，他是周休一日啊。下一个。我想请问那些劳工在那边绝食，你有没有去看过他们？我请我们司长去了。你有没有去？我没有去。你最近来立法院几次？你有没有想过去看过他们一下？你是哪个部会的首长？我觉得鲍委你尊重我，我自己的判断。你是哪个部会首长？我的判断，我觉得我请我们的司长代表劳动部去，是一个最适切的做法。你看哈，那时候英业达自救会，我代表劳动部接受陈情的郭芳一脸不耐，我不太清楚这个报的对不对了。可我意思说，部长，不要把七天假怪给劳工。没有人，我觉得从来就没有这样子的。你做一个劳动部部长，你每天来立法院，你不会觉得说你应该过去看一下吗？我觉得，如果请市长去，会比我自己去还更好。他们是要跟部长对话、欸。下一个，2016年6月1号，郭芳玉在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怎么讲？本部将遵照大院决议处理，尽速修正劳基法施行细则，恢复劳工国定假日为19天。请问你有没有讲这个话？包委员，我讲的话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是这是立法院卫环委员会的细则退回来，要我们是还没有修以前要恢复原来的状态啊。那你说恢复劳工国定假日为19天，那时候有没有这样承诺？不是承诺，那个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因为细则被退回来了。不是、啊。部长，你有你的政策吗？七天假是乱。我的政策，我那时候也特别讲。如果那个院里面，立法院的决议跟你的立场不合，那你应该做什么事？我们要修，我都修法以后就要恢复。政务官，你不要跟我做一个政务官。如果立法院的决议跟你的立场不合，你应该做什么事？包委，那个时候我的政策讲得很清楚啊。细则被退回来，自然而然就恢复19天。但是我们要修法，修完了以后恢复到12天，这个是我政策没错。为什么要为这个下台？是要恢复劳工国定假19天嘛？结果6月8号，好，要落实就7天假不要。我跟你说，你这立场不是，你应该在6月1号。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跟你讲，一个政务官呐、啊，若立法院的决议啊，跟你的立场不合啊，因为你觉得7天假是乱象嘛？立法院的决议啊，决议不是。不是推翻我的，是推翻陈雄文的。那你那时候是什么？我是常务次长、啊，但是我不负责这一块啊。我是说你来立法院6月1号的时候是什么？是那个时候我是被退回来，对啊，那又不是我的政策，为什么委员说我要负责这个？部长吧？那你不是要你就答应说你要做啦？我一说我答应做事就是恢复嘛，因为被退回来当然恢复啊。我想跟你在那边辩，我一说一个政务官立场很简单。如果立法院的决议跟你不合啊，你应该就辞职下台。这个我懂，谢谢委员提醒。是不是应该辞职下台？这个我懂，但是那个不发生这个问题啊。然后你刚才讲说啊，一天的成本很难计算了、啊。陈雄文就讲啊，你非常称赞的这个部长说，一天82亿，6天就要500亿啊。这个数字哪里来？也是陈雄文自己乱掰的，还是劳动部自己算的？这个是。这是你的前部长讲的话。是啊。是他乱掰的，还是你们算的？我不觉得他是乱掰，应该是幕僚提供给他的。那500亿，所以很简单啊，就是因为资方的成本高啊。那对劳动部而言，那你们应该采怎样立场？是帮资方想吗？我们不会去帮资方想的。下一页，7天假人事成本630亿，那请问劳动部有任何回应吗？你们同意这个说法吗？580跟630差不了多少啊。你刚才不是还回黄国昌说这个数字是错的吗？不，我们说以目前以当时那个的百分比已经调整过来的已经有61%左右是这样子处理啊，所以不会有那么多的。总统很痛苦，我心想说总统有什么好痛苦的？我们的部长说受影响的劳工只有4%而已啊，4%，7天假是乱象，改了以后全台湾都很高兴。那总统为什么要痛苦？
我总统痛苦不是百分之四，而是说他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百分之四，你有没有讲这个话？百分之四没错，是我讲的啊。啊，只有百分之四受影响。对啊，总统不是讲这个痛啊，他讲说他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痛，请委员也看看那里面的内容嘛。百分之四，所以你坚持只有百分之四受到影响。我统计是不是说话的？数字在哪里？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啊。好，百分之四受到影响，结果总统很痛苦。总统不是这个痛苦，对，总统是塔卡帕尼亚。他是说他的选择，他在选择那个政策决定的时候是痛苦的。不要拿着图表给我，你不要拿图表给我，我可以做很多。总统是百分之四的影响，这应该少数啊。我们的民党委员也不需要那么痛苦啊。影响劳工是少数啊，我们为什么会有劳工为了百分之四在那边绝食呢？包委员，你解读错误了，解读错误，他不是痛这个啦。部长，你当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没有想想看，你对这个政府影响是什么吗？总统说要国定假日，要统一，要增加特休假，请问目前劳动部有没有遵照总统的指示要提特休？特休，总统说请党团去研究检讨，然后在逐条的时候，大家要公开来讨论。他讲话是总统的身份啊，对，他说不是党主席的身份。他说请党团检讨，然后你逐条的时候会讨论，我们公开讨论啊。10月4号，特休假部分的法案还有讨论空间，必须凝聚共识，目前并不可行。所以你打脸谁？你有没有讲这个话？哈，这个应该不是我讲的，这应该不是我讲的，这不是你讲的，是。七天假不是你弄的，七天假是不是我弄的？哦、是你算的。我后悔，你现在给我戴太多帽子了。不是，七天假是你劳动部给。我跟你讲，七天假是原来就在那里，因为细则被退回来自动生效，然后我希望透过修法再把它恢复到原状。结果我们郭台祥讲说一天特休300亿、啊、他说谎吧？我想他错，他的数字是错误的。他的数字是多少？那一天特休多少？你们有没有算？成本多少？特休有没有规划？因为特休要看那个年资不同，所以大概不一样，所以不一定会有那么多了。到多少、啊？最多应该8-9亿吧。如果这样的话，啊，这不是民党党团要提，总统也说特休要走，啊，劳动部都没有评估。包委评估，我们在逐条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可以提供给委员参考。啊，你到底有没有评估啊？你现在可以念出来给我们看啊，你不要到逐条。逐条不是礼拜四吗？我现在已经在委员会里面在讨论这个事情，是不是该是我们这个时候提出来妥当吗？我们现在在答询呢、欸。是啊，我在问特休你们有没有研究，数字如何？你讲不出一个所以我们研究很多的版本。这个老板说了一个数字出来哦，你说他的数字是错的哦，那你们数字是多少？我刚才我讲说他八九十亿啊，八九十亿是。一天这是确定有评估一天，还是现在糊弄我们？一天是这样子。那我问你，特休现在最大的问题，我想很多委员都咨询过，我真的也不想再讲了，就很难放得到啊。好，那你说用劳检来解决？你们现在劳检有多少人？762人。是，马上劳检的问题哦。从上半年一讲到现在，按、啊、你们从上半年大家讨论到现在，你们增加多少人？我们现在还没有增加，就已经计划报上去了，希望到1000个。762到1000是，增加多少？增加300个，增加200多个，238，238这样够？第一阶段，而且你这边还有分，你要太多，大概也不可能要得到，所以我们分阶段来要。我问你最后一个了，下一个啊，郭台铭有钱就任性就算了，2万块，我们都觉得说罚2万块好像在鼓励他违法一样。我们也希望能够再加重罚则。7月21号，你说本部尽表同意，提高处罚上限至一定合理额度，本部尽表同意。11月14号，说建议在于审慎研议。啊，到底你的立场是什么？就是提高罚则。那11月14号这个今天讲的是什么？建议在于审慎研议。审慎研议改变了？不是，也是要提高，但是提高多少？这个要审慎研议吧。是啊，这个是合理的。你要跟大家讲，7月21号你的态度跟11月14号你的态度是一致的。我知道没有什么对委员会不敬这个，可是部长、哦、你也不用再补充了。我是说，这是我们政府制造的问题。你给劳工，然后现在又把它收回来，然后我们说这叫乱象。然后你说只有4%影响，总统在那边大痛苦，今天到处专访。我刚刚才跟行政院长林权在一起做对谈，
我也在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啊，这个部长讲错了，部长讲，我说院长，啊这样的部长不是在制造乱象吗？就今天问题好像在这些劳工，问题好像在立法院，我们立法院担这个，最后说还在这边讲说我们到底立法院有没有是一个新国会的气象，我根本觉得问题就在你身上，做一个部长制造这么多问题，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哦，这个数字可能是这个数字，我们有研究。我意思说，你要想想看哦，如果这个法真的按照某些人想法这样过了，如果制造非常多、更多的混乱，这责任谁要担？我跟你讲，这责任你要担呐、啊。谢谢委员，该担的责任我会担的、啊。不过刚才你给我加注的那些，我坦白讲，我实在是很难接受。白纸黑字，你不同时间讲的话，很多很多解读差距这么大，很多解读。我坦白讲，你要负起责任来。我觉得你的解读还是真的是跟实际差很多。天佑新政府啦，天佑小英总统。谢谢委员指教。好，我们接下来请柯建铭委员质询。柯委员不在，请林淑芬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大家午安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注定结果的法律审查会议了哈，但是这个质询的时间，我想还是必须要先厘清几件事情。第一件，我认为要厘清的是，国民党终于在上个礼拜哈已经定调不砍七天假了。那我在这里要说，当初就是国民党马英九提出劳工工时要缩短为周工时40小时，所以当时的修法配套就是要砍假七天，国定假日一定要拿掉。而且在当时劳团的陈抗里面，国民党共计以妨碍自由、违反选罢法、妨碍公务、侵入住宅、毁损、伤害等罪名提告了20名的抗议人士。而今天甚至还有资深的国民党的立委，当劳工、劳团、年轻人在争取七天假要保留的时候，还随着媒体起舞，质疑全国休假不一造成纷扰，还是要砍七天假。那国民党终于在上个礼拜定调，已经啊支持七天假了，所以今天政策这么大的转弯了，我觉得国民党老实说，应该要先出来向全国800万受雇的劳工阶级要先道歉，才有资格继续谈七天假的保留。第二个，我今天要对部长说，请部长上台。林委员好。部长，你一直说砍掉七天假受影响的只有4%的劳工，你知道你所本于哪里吗？你确定你所做的调查是正确的吗？你本于哪里？这是我们主计，是我们这个统计长给我提供的资料。几年什么计划？统计了什么？这个资料来源是不是统计长来说明一下？你知道你做了几题的问卷吗？你的题目有几题吗？题目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上次有请那个委员指教，这样子有请那个。我现在在问你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有，应该是说有两个题目啦。各位听清楚，只有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叫问你，你服务的单位是否实施周休二日？第二个题目问你，服务的单位对于国定假日给假的情形，两个选项，你是依劳基法第37条所定的日期放，还是调移所有休假日到其他工作假日？就两个选项，所以在这个两个里面，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只有4%的劳工因为拿掉七天国定假日而受影响吗？好，部长。在论述这个政策的基础上，你们做了这个问卷，但我今天告诉你，这个问卷这个两个题目到底能不能一窥劳工他的休假的究竟？你那个题目是问他有没有休两天，那国定假日怎么休，是照法律规定休还是挪移掉了？结果61.6%的劳工说，我有休两天，但是呢，
我在休假日有我的钓鱼挪移了休假到其他工作假日工作日去放假。你没有问他们说你挪移是挪移到周休二日，因为那时候法定工时还是双周八二四，还是挪移到另外再找时间另外跟雇主约定，你连题目都没有问，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样貌是什么呢？我是要告诉你，我们国定七假日七天过去从来没有放过，请问部长，你觉得这个说法还成立吗？这个说法你认同吗？包委员，基本上我还是相信我们统计长他的专业啦，因为这个是他这方面比我强嘛。不是你相信不相信，我现在问你，你问人家说你有没有放假，他说有，我周休二日。你问他们2014年做的哦，你问他们那你的国定假日怎么放，他说我挪移，你然后就没有了，61% 就说我挪移了。没有说我挪移到哪里去，都没有，样貌都不得而知。是，我是要告诉你哦，不是只有挪移到周六的选项啦，不是只有挪移到周六这个选项，你要承认你们根本就没有再做出真正的调查，所以只有4%的劳工拿掉七天假被影响这件事情是一个。是一个片面之词，是劳动部行政的片面之词。而且你们直接把61% 的劳工说挪移，你们直接把它解释成挪移到周休二日的礼拜六去。委员让统计长说明一下好不好。报告委员，这个题目就是上面已经有一个大标题，就是比照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历表出勤，所以这个不会有其他的。他一定是挪移到那个中。你的选项就两题，第一个题目问您服务的单位是否实施周休二日，我现在讲说是，我就是这一群再去问，你是比照行政机关这个办公日历表出勤，是 61.6%， 但你说的4% 是还是比照劳基法去出勤，比照劳基法的是4%，所以你们就认为比照劳基法第37条规定的放假的4%才有放七天假，那这个地方我不否认，但是你有61% 说我是挪移休假，挪移休假本来就可以挪移吧，部长。是，但是刚才董事长的意思是，那你有问他们说，前面的前提已经给你讲清楚了，所以就是有实施周休二日，就是礼拜六的挪移。那你要问他说，你是挪移到周休二日的礼拜六，对对对，还是挪移？那我问你，七天而已，有52周，那这样子也还有很多，那他其他的周休二日的礼拜六是靠什么休假的？七天。8×7=56小时，挪移就已经是每个礼拜六都挪移半天4小时好了，那有52周哎，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你还是不愿意，还是要在那边应变诡辩，还要讲说你们是调查清楚的，我是要告诉你，你们的调查根本就不清楚。然后呢？喂，给统计长说明一下好不好？报告委员，其实我们另外一个调查就是我们的，现在又有另外一个调查，什么调查？几年？什么调查？再讲清楚一点。好的，这个调查是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是从劳工面来调查的。这个是103年劳工生活及就业状况调查，然后附加外挂两题。是的，然后就靠这两题就可以诠释了劳工的生这个休假样貌，你们自己讲的。我跟委员再报告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调查的另外一个调，我们有办一个另外一个调查，就是职业别薪资调查，那是从厂上面调查的。那厂上面调查的结果有65%的劳工也是依照我们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这个。就是没错啊，我没有否认说你们这个调查失真，我是要问你说，你没有加问这个劳工，或是加问那个老板，挪移你是挪移到哪里去？一共只有7天，8×7=56小时，如果每一个都挪移到周休二日，可是有52周，一周有4个小时可以挪移，有200小时，200小时可以 cover 这个56个小时，那其他的放假周休二日的放假是为何而来？所以这是说辞而已。我今天要问你最核心的，部长，是
劳基法是劳动条件的最低保障，是吧？是最基准的。显然我们会认为说，劳基法的法律应该把最最最弱势的社会里面最底层的劳工的劳动条件，应该这个法律要给他接住吧，要接住这一群最可怜最弱势的劳工，所以定一个最低保障来保障了，优先要保障的对象应该是最最最弱势的，对吧？对，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是针对的就是35%最弱势的。他们是最弱势，35%是什么？他是周休一日，但是他有19天的假，这个部分。你眼里35%。你自己告诉我，从雇用形态里面，还有哪一个族群是非常弱势，比你的35%还更弱势？我应该指的是部分工时吧？对啊，难道部分工时不是比领月薪的还要更弱势吗？有做有领钱，无做都无钱通个领呢。没有月薪呢，所以休假的时候是没有工作的呢，没有薪水的呢，那是不是最弱势的？是弱势的一群。那我们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接住了这一群部分工时的劳动保障了吗？我们接住他们了吗？不管你是一例一休，还是拿掉7天假，我们这次的修法，你接住了30%没有周休一日的，那我们部分工时的这一群。领时薪的，有做较钱较堂个假的这群，我们这次的修法接住他们了吗？报员，部分工时很大一部分是有固定工作时间的，譬如说每天4个小时的，这个我们接住了。那么他也会有、這個、那有多少比例？多少比例每天固定都工作？就像多少比例？像医院里面的护士，这个比例。我告诉你，再跟委员报告。我要等你回答太慢了。我告诉你们的统计、你们自己统计，部分工时指的是周工时不满35个小时，35小时以内的。其中你们劳动部的调查，一个礼拜做不到4天的有30.2%，做4到5天的是不满5天哦，是16.7%。做了5天不满6天的是41%，所以加起来部分工时者87%都一个礼拜做不到6天，87%，你接住了他们了吗？没有。那请问你们这次的修法里面，全台湾最最最可怜的部分工时者有没有受到伤害？80%几的人做不到6天，做满5天的话，他就可以会有休息日啊。好，做不到6天，那 OK， 那做不到5天的也有将近50%，30.2+16.7，将近50%。那他在这一波的修法里面，最可怜呢，你要实习呢，他有没有受到冲击？不要讲伤害，有没有受到冲击？而且你知道吗？部分工时者全台湾号称40万，但是呢，以这个还有很多人没有纳入统计。以学校来讲，学校的兼任助理有28.3万，还没有纳入统计哦。学校的这个不具本职的兼任教师有1.3万，他们都是部分工时者。再放进来，事实上的部分工时者占全台湾的比例超过5%以上。然后呢，有50%部分工时者是家计负责人，他全家就靠这一份薪水，家计负责人。可是呢，周国定假日出来上班要2倍薪资，可是呢，国定假日少7天以后，他直接就受到冲击。那我们这次修法里面，给最最最弱势的部分工时的这些劳工，给了他们什么配套呢？准备要给他们什么东西呢？包括这么对这个部分工时，然后他是打零工方式的、哦，那么我想，因为太多元的，但样态太多了，所以我们最近样态多元不能成为你抛弃他的理由和借口，但是绝对是一个我们要去照顾的理由。样态多元不能成为这一次修法里面的弃儿，不会，然后再告诉你，我们要另外考虑这次的修法是一个阶级问题。
牵扯到劳雇双方，但它也是一个世代问题，而且部分工时的比例的人数逐年在上升，而且不以青年打工为例，15到24岁的年轻人打工不断的在上升。103年打工的人数比98年增加了20000人。好，103年度打工的学生人数有45000人，这个是劳动部自己的统计。如果根据1111人力银行做的调查，97%的学生有打工计划，但是他不一定会去打工，但是也创下8年的新高，而且。台湾学生的负债比例啊，直追最严重的美国，4个就有1个，其实是举债来念书的，4个就有1个。然后你去问这些打工的学生，说你为什么要去打工？62.9%是说我希望工作，增加工作经验，59.7%是因为说我要赚取生活费，31.5%说我是要缴交学费。所以我来跟你讲说，我们不但没有接住他们，而且我们抛弃了最最最最弱势的部分工时者。这个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体谅学生在那里冲撞，我们要体谅年轻人在这个议题上，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有世代上的差异，不但有阶级的这个矛盾，还有世代上的差异在那里。这个社会不能把所有劳工变成铁板一块，他们是一律一样的，并不是。所以今天我又回过头来问部长，你劳动部，我一直跟你讲说，你拿掉了这个休假，你的配套是什么？你的一例一休不是休假方案，是加薪方案啊，你们也都承认是以价质量嘛。但是你拿掉休假，你要配套回来，看起来我们总统是拍板了，说由特虾，由特休里面去补偿，所以我才要问你说，这个你如何借由特休假返还劳工受损的权益呢？包委员，我们没有立设立场，我还是希望说透过我说如何呢？大家的已经都有提案嘛，如何呢？那看得到吃不到，你如何解决呢？这个我的底，我没有叫你提出你的方案，把你的底牌亮出来。但是我要问你，看得到吃不到这件事情，在这里总可以说吧？你怎么解决？就从 你不能告诉我说到现在你还没有想吧？从7的24条，那么去加重他的罚则，然后去加强劳检。我有看唔对，我有听唔对吧？加强劳检。提高罚则，然后回到就是特休嘛，你知道在法院的诉讼里面，劳工没有休到特休假，要课以劳工什么责任？你知道吗？他说你要举证，这个特休休不到是可归责于雇主，不是你劳工，你要证明不是你劳工自行抛弃特休。你们明明知道，你明明知道。真正的问题为什么看得到吃不到？因为劳工去告了，还要证明举证是雇主让他不休，不是他自己抛弃这个权益的。你知道这有多困难吗？你知道这有多困难吗？解释力的部分哈，我想我们来检讨哈。不是。那么在未来，这主动权益要在劳工的手上。主动权益如何在劳工手上？比如在年度开始就先排休啊。我今天在告诉你。特休假的意义在哪里？它是一种保障劳工身心。从经济理论来讲，它是希望好好的休息，可以回到劳动场域里面再生产，是可以永续循环的。它是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源源不绝，所以它是以休假，一定要休假为原则，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劳工优先指定权。劳工优先指定权入法，你支不支持？然后我要提醒你，现在特休不但没有休到，然后要给钱，它不是一个补偿，它是一个赔偿概念，因为重点是要休假。那你怎么
解决，看得到吃不到，你去劳检好了，他没让他休，然后劳工要自己去打官司，自己付钱，然后劳工还自己去举证说，是雇主不让我休，不是我自行抛弃我的退休权益，不会到这种情况，目前就是这样子啊，哪里不会？可是未来不会啊，我跟你说，未来怎么都不会，我们来发。就是来检讨现目前的解释令啊！我现在就是要问你，不是解释令，你如何把劳工优先指定权入法 ？OK， 像委员有这个建议入法的话，我们也觉得也不错。啊，你们的版本是什么样啊？你可以说说看吧。目前院版是没有这样子的，没有天数，那对这个总有言意吧？对，但是我们觉得目前用细则来处理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处理好。但是如果委员认为说需要入法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接受，我们同也尊重委员的意见呢、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说，委员有意见，政府没看法，没意见。有我们的看法就是，现在目前是。我们今天在乎的是这个国家在资方跟劳方，在人民跟这个资方之间，国家政府你选择在哪里？你的选边是选向谁？当然不可能单向一方靠拢，但是呢，我今天在问你说，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就这样子回避？我们态度就是希望劳工人看得到吃得到。啊，对，那我问你法律怎么弄啊？你刚刚讲是加强劳检，劳检一样看不到啊。我是从细则去切入了。提高罚则。那如果说罚则也要有人检举，否则也没办法罚、啊。所以还是一样，你的配套，你刚刚回答的配套还是一样，看得到吃不到嘛。我就是如果检举的话，就从1955我们就会去查，那查完了以后，哎呦，那没有人检举，不就没有违法这一件事情了？就去劳检，我们会主动去检查。然后。检查完以后，叫员工自己去告，还要举证、啊。不用啊，就直接就罚了，就为什么要去告？要告啊，告他返还他的权益啊，对不对？我今天在这里哦，我最后结论了。第一个就是国民党要捍卫七天假，要先向全国800万的劳工道歉。第二个，国定假日七天一直都存在，不是从来没放过，即便你们说的。可以挪移，它也等同于实质新有薪休假，纪念的理由不是重点，所以有薪休假双倍工资这件事情的确对劳工来讲，有薪休假被拿掉七天就是砍薪，然后再讲，劳工争取七天的有薪休假不是好逸恶劳，喜欢放假，而是雇主应该负起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机器都需要保养休息了，劳工也需要保养和休息。最后，我要告诉部长，政府既然认为说拿特休来换国定假日的这个一致，就不能只承诺许诺年资浅的劳工拥有可能是三天这样的一个特休假，只有年资浅的第一年的，你还要再解决我刚刚讲的特休。看得到吃不到的问题，谢谢。是，谢谢，谢谢委员。好，本日会议询答全部结束哦。委员吴坤玉、徐正卫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两周内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期锁定。本委员会呢将于近期内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公务及基金部分，请各位委员于11月18日星期五中午以前哦，将卫福部预算增减的提案哦送到委员会，这样对这个议事人员会比较好作业处理哈、哦。我只要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刚刚你说的是两个礼拜之内提供是一般性的，那在质询台上面他们有承诺要提供的，就要在这个时间之前提出来。对，好，你一举手，我们都吓一跳哈。忽然，你要开放第二个问题？对对，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对。今天没有，没有，我前面已经没有，我前面已经对，因为我今天早上已经有宣告了哈。所以今天是有
一轮嘛。对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啦。不是说到十二点都可以吗？今天是询答啦，我们审查。好像就是来问时间，把时间问审查。审查是到结束延长时间这样了，好不好？那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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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